好，我们继续开会。各位，今天是5月25号，我们总质询的第二天。今天第一位质询的议员是黄瑞华议员，询答时间40分钟。谢谢大会主席、县长、各位县政府各局处的处长各位同仁、各位工作伙伴大家早。首先我请教县长好。县长好。县长台东在你主政的六年多来，在各方面也都很杰出的表现，那也很成功的把台东推向了国际。本席在此有一个建议，既然台东已经脱胎换骨不一样，是不是能在于池上、长滨或者是以及达人这个等地，在我们台东的这个县境能设一个比较自然又好看又能代表台东的这个意象，让我们外来的游客一进入到台东看到的意象，台东到了。县长，这个是不是可行？其实现在也大概都有了嘛，齁，我们在深永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碑在那边然后池上在那个地界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简单的长滨也有在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研究啦，议员。不过我据我自己的了解现在去做那种很大的标示，说告诉你说台东到了这种的，有一点点不符现代的这个时代的趋势。现在的人越来越讲究自然那我们怎么样把那个，如果真的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做，怎么样把它设计的不那么突兀，像以前那个第一个大的碑在那边落款是某某人欢迎你那种的，我想我们那种人会让人家讨厌了。现在我们想办法来看看有没有比较自然的方式，这种不要花太多钱，然后很自然，不要太突兀跟环境不融合这样的方式。县长，整个台东有三个出口，也是我们台东的门面，是，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把这个它的意象比较自然一点，而且有代表性的代表台东的，而且比较好看比较自然的，是，所以在这方面你可以去规划，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县境的这个碑这个是精神的堡垒，已将近有30多年，应该是30年以上的这个建物了。是，所以所有的建物，我想说，是不是能重新的规划、重新的更新让我们的游客留下美好的印象。我们来，而且一经过我们台东的话，他看到有这个自然的这个意象，感觉是很蛮不错的，拍个照做个留念。这样也不错啊，是，所以县长，你对这个区块你应该也要思考一下，好吗？好，好，好，请坐下，谢谢。我想农业处好，院长，处长早，好，是，台东的米仓是我们中埔县是第一大米仓，这个处长。是，我知道你对这个背的数据是功力蛮好的。没有，因为不愧你是一位这个成大的高材生。那我这一年多来也在处长你的身上学到蛮多这个农业的这个知识跟尝试。我想再请教处长，台东目前我们纵谷县的有海端、池上、鹿野还有关山这四个乡镇我要请教处长他的稻田总共有多少的面积？关山跟池上还有鹿野没加在里面？鹿野当然是加在内鹿野加在里面总共
4400公顷。我不管你的数据，你讲的对不对了？对。但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鬼，但是我相信你那一张嘴，你真的太厉害了，哦，太厉害了。那么除了这个面积之外，哈，是，我要请教你，是这个插秧之后，插秧后，哈，这个秧苗，哈，最怕什么病虫害？病虫害，对，病虫害我知道，最怕天气变化。其实第一期的最怕是天气的变化。它是有分这个初期跟中期，那初期跟中期的这个秧苗，哈，最怕什么病虫害？包一眼，这个我外行，这个要跟你请教。所以你不要乱答误了，什么什么天气气候了？不是，我是说最怕环境，是最怕天气，最怕就是事业，事业的寒流或怎么样，那最怕那个会影响最大啊。但是你刚才讲的虫害的部分，这个要跟你请教。我跟处长哈，是处长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秧苗刚插秧之后哈，它最怕什么？金宝了。因为金宝呀一直在危害哈，我们整个稻田。那么稻子的克星是金宝，你知道金宝它是双向的，好，双向的，它一颗的金宝，它可以繁殖差不多将近300颗的孩子出来，所以它的繁殖力特别强，是，而且它的生命力更强，是，好，更强。那么农民啊，为了自己的生存，是不是去买禁药？因为禁药效果好，而且又便宜，但是禁药对于生态的环境杀伤力蛮高的。是，我要请教处长，是，你要如何来防治这个金宝？目前的话，我们用天然的，用那个茶的那个部分，跟业报告了哈。早期当然一般乡镇公所或者县政府大概都有编相关经费了。不过这个经费大概这两三年大概就没有编了啊，所以一言你所提到的哈，因为治疗大概有很多人各种方案的，但是那个效果哈，大概可能跟疫情的会有出入了。虽然它对生态的破坏不会那么大，但是然后跌破啊不会那么大，对生态不会那么大，但是效果不会想象那么好。就是说，假如那个水啊或者怎么样，哪一天没有控制好，大概那个晃还是白晃。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所以我当然知道，因为关山大概也去年也申请，今年也申请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预算里面就没有编这种经费，这个跟眼抱歉。对，处长那个等一下我们后续的我们再谈这个问题。是，你所说的是什么，是什么药？你跟我一起，你跟我跌破就跌上面。嘿，那是古茶婆。好好好，那古茶婆是是可得油，好，可得剂。那么在冷榨之后，油之后的渣变为这个苦茶婆。那苦茶婆它还有天然植物的药剂，是，好，天然植物药剂。如果在农民在整田之后，那整个田里的水灌满，然后撒这个苦茶婆。那苦茶婆这个三天之后哦，它会产生这个皂碱。什么叫做皂碱你知道吗？谢谢一眼，请一眼指导。皂碱哈，就是肥皂的皂，碱性的碱。是。那它撒下去有经过三天哈，它会冒泡，像我们肥皂一样。然后它会产生碱性，那么碱性之后，它会让金宝螺跟地下虫哈，它的生理机能哈产生了病变。是。那就让它自己没有生命。是，所以在这方面哈，苦茶婆它本身哈，除了天然植物之外的药剂，对于本身我们人，对于我们的生态环境，完全都没有影响。所以在这方面，我不知道你们农业处是不是有在推广苦茶婆这一方面。过去是有人这样做了哈啊，但是假如说相关经费，假如一眼这样提的话，我们跟在花东基金，我们试看看这个方面是不是可以列。这个不是很多钱的。前台东县哦，所有的水稻面积哦，将近差不多7000公顷。那一包的这个苦茶婆，它是6公斤，一包都要8万块。8万块我们的要求也不是全部都是你们县政府来出钱了，乡镇公所也可以配合了。
甚至于农民也要配合一点，这方面你们来执行很好。一眼那个虽然呢，一眼这样讲哈，一起要两三百万，也是这个数量是蛮大的。前线的话两三百万。一个大机关，一个县政府，你给我讲那种话。不过一眼这样了，假如说你有这种看法，我就觉得说短期内哈，你单子签过来，我们就配合你了，嘿。你不要再往我们的身上这样讲那种话。像短期内的，但是后续我们将来机会怎么编，当然是后续啊。我再请教你哈。是，请教你。是，你今天你农民哈，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的饭碗，他不得已啊买这个禁药啊，因为禁药又便宜，效果又好，而且速度又快。明天插秧，今天下午撒下去，明天就 OK 了。但是它会破坏整个生态，对，它影响到整个生态，是不是？留在水沟啦，整个生态都破坏掉。是，所以在这方面啊，你们县政府应该要推广。那前几天啊，关山镇公所有闻到我们县政府，希望县政府请求县政府补助苦茶粉，结果你们跟他打回票，到底是什么原因？一眼你很清楚吗？我们预算哈，我不清楚，都经过你们审查。我们预算有没有编，其实你很清楚，比我们清楚，因为你们在看的时候，你大概都会每一条款都很认真的在看，所以你看的比我们清楚。我们若有的话，我们当然也逃不过你的华言了。实际上没有就是没有，没有钱嘛。没有钱的话就实际上没，我们很想说有钱，我们然后跟县长请示然后补助，但是我们预算里面就没有，这个就是最大难处。首长，这个是你的说辞了。是是。你的预算里面，你的农业推广经费你就可以编出来了，为什么这个不能编呢？好，不能编。而且那关山镇公所齁新闻给我们农业处，希望请求农业处齁能来补助这个苦茶粉这个经费，那你打回票，你又一道公文说什么根据什么农委会动植物检疫这个防疫检疫局它的来文希望能不补助我们这个化学用药。其实你们是过分的这个解读，过分的扣篇的解释。农委会他是希望你们这个对于这个化学用药能逐年的递减。他不是不补助你们，那是你们自己扩大的解释。你们真的忽略说这个农民街的区块，你今天不补助这个苦茶粉，那农民如果去买这个禁药来的话，是不是本末倒置？不好意思，一眼假如说刚才提的那个它的效果，假如像你讲的是有机的话哈，我们在有机的相关经费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式了。假如说你提的方式在认定上，在检验上它符合有机的话，我觉得相关经费我觉得我们再来调整齁，这个可能比较单纯。这个目前我们在花东基金比较容易去争取到经费，大概就是有机的方面。这个部分我会请同仁齁实际去研究看看，刚才一眼提的那个方式是不是可以纳入有机的方式来出，在有机的用的那种可以采用的情形之下，我觉得它的空间就更大。这个部分我们来研究看看，因为我想跟你承诺了，我们研究看，因为这个你讲的也很对了。我们目前前台东县的所有的农业生产最多的还是稻米嘛，它的产值最高的还是稻米，占了30几亿到40亿，还是占整个农业产值占将近三分之一，所以比例也是蛮高。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也会认真来思考，认真来配合。处长是，不要老是从研究办理了，这个是官方化了。研究办理那个是都是在敷衍，在一个交代而已。我想苦茶粉它本身农药的残留，农药了是它是植物药剂的，但是它的药性只有如果泡水的话，只有三天的时效而已。是时效过后，它又可以当机会可得破。那目前苦茶粉在我们国内来说产量应该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引进过来，那大陆引进过来，从海关又再检验一个是不是有农药的残留成分，如果没有农药的残留才有可以放行。所以你我一直说你现在站在
农业处的处长哈、哦，是一定要照顾农民。是，从整个我们会最短的时间跟议员报告、嗯，我们会怎么处理跟议员报告。哎，从当然，经费上，假如说再从有机调整，那是最快的了。因为有机的部分，这次我们核下的经费有一些了哈，从这边可以调整的话，我们经过农粮署同意的话是最快的。啊，假如说没有办法的话，我想我们会研究什么方式再跟议员报告。处长是，黄县长上任之后是，一直在配合乡镇公所共同来防治金宝猴，不遗余力。结果你上任之后，把这个经费都删掉，很奇怪的事情。我知道你是不是务农的了，玉米做系统，你根本不了解啊农民的这个心理。因为个人站同样这个东西哈、哦，站在不同的角度，那么看完到最后是不同的结果。哎，包爷，你这样伤害到无权处长。那个去年的预算是他编的，不是我编的。你错了，哎，那个是你的因素。第二，你不能把那个全部的责任哈、哦、推到他，那他占属他五分之一的因素，那我占五分之四可以吗？因为去年预算是前面编的嘛，不是去年在审查预算是你编的啊，没，我是编今年的，对，那你把他的罪全部都是推到啊，那我百分之百我承担，那以后我改进。你这种心态哦，争功为过的人，不是、啊、因为有功劳自己争啊，啊，过错的都是推到别人。我说实在了，是。我希望哈，我跟你共同勉励的。是，这一年多来哈，我一直在啊看你的，在开会的时候啊答询啊所有的议员，但是我发现到你哈，真的你的态度、你的诚恳受到质疑。为什么呢？你都是耍嘴皮啦，啊油腔滑调了。你没有看到你今天的嘴巴油油的？油腔滑调，你所答复的给议员只有一个交代。我知道你有背这个书记的功能，不是包议员，你也知道你有交代的事情，我们事后都有去回报。我知道你议员所执行的一些问题、相关的问题，你就是你，因为你口才太好的了，能言善道，口才太好，能把议员哈、哦、让他没有再有声音，所以你所答复的，我可以调你的记录了。将来你如果哈、哦，你的记录、你的答复，是不是你有照你的答询这种方式去执行？我一直看哈、哦，你这个哈、哦，我希望你未来哈、哦，在议会里面哈、哦，你的答询方面一定要比较诚恳一点。是，对，不要说不要随便答复，而且让议员哈、哦、啊，你这个好胜心太强了，只要议员哈、哦、啊没有再吭声，那就 OK 了。但问题。你有没有落实？你有没有务实？包括议员，你也知道哦，我们平时都会做功课，有问题的话都随时跟议员请教，也不是说到议会你提的时候我才重视。你这个像我们之前都会去跟请教。除了你的数据哈、哦，我当然我知道你数据很会背，但是你数据你主要你还务实，去推动这个农业方面是哦，农业政策也是很重要的。我想啊，亡羊补牢，你做这个。我刚才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你要做如何处理？一定，我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跟议员说明。不要说说明啊，是明年你可以编的这个预算吗？其实不多了。预算的事情，我想我因为整个预算是一个大饼哈，那怎么切这个？我当然现在因为我实际上它本身要多少钱，它本身是不是可以从其他经费争取？我们要确认这个后才跟议员报告，因为我想不能说你也知道，不能随便开空头支票。我们一定要很诚实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诚恳的跟议员报告。哦，你讲这句话我就认同你。哎、你如果说诚实，哎，诚实啊，不能随便跟议员打哈哈讲，随便讲，然后没有关系啊。你明年哈、哦，明年如果你对这个区块哈、哦、没有好好哈、哦、啊去看如何来应付来亡羊补牢，那明年你所有的你的啊这个农业推广经费的预算了、哦，我会帮你删掉。是，好、哦、啊，但不用卖用，你家己的你就编啊。这农民的后利率都不爱变，是不是这样？人哈、哦、有时候哈忙上眼暗，家己去做，你要多听地方的意见、地方的声音，这样才对。你从中埔县，你这样走，你所吃的饭、所吃的米，是不是来自于农民的辛辛苦苦所流下的汗？是，所以你要考虑，你要体会，你要体系，
农民的辛苦，是忙力你到拿到法律当权利，是不是这样？是大家爱爱惜的进步的钱，你在公部门也可以行善，多做一点公益，这样也是行善啊，不一定说在私人你捐钱捐什么，你只要能照顾农民、哦、为民众来解套，这个都是善事的。没有你在公部你要做什么，是是不是这样？是一定要是这样，这样以后要好好的啊，打选的方面要务实一点。我相信哦，所有的议员啊，投票下去马是拢倒立啦，阿贵也出掉啦，荷兰啦，耍嘴皮啦，哈、嗯哦，阿龙拢是敷衍啦。包委员，你其实你算是蛮内行的了，因为你今天哈、哦、利用总质询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财经处长也在这里。他也听到，我想他听得也比我清楚，所以我们将来经费在调整的时候，还有县长都在场，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跟财经处再协调一下。我主要哈、哦，我主要让县长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是因为县长是一个大目标、大方向，是其他的事情都要各级处，是那今天县长的市政好也是要你们配合啊，是不是要你们配合？所以我要让县长知道你。县长现在到现在也不知道说你们有补助各乡镇这个防治金宝龙的经费，县长还不知道啊，这是你们是你们在作业的呢，那些小部分小经费小预算难道还要动用到县长？那就不用你们了，县长自己做就好了。是哦，一切都是要在你们手中，我更希望啊能为老百姓为我们农民啊，争取一些福利，是的，配合款对他们来说啊蛮重要的啦。尤其是哈、哦，如果啊没有这个普查伯来说了，因为普查伯比较贵，他去买禁药啊，啊买禁药会破坏生态，破坏生态对你们啊县政府的这个农业的政策、用药的政策是不是本末倒置？报告议员，你刚才讲说一公顷要用几包啊？一公顷，十包，那一公顷就1500了。对啊，1500啊，1500啊，闽农叫你管清楚出来，哦，是不是啊？你1500算比例算蛮高的呢。我今嘛跟你讲啦，是这个农委会啊，哦，农粮署啊，它在我们台东哈、哦，在我们中埔县的都是有啊这个粮食米的器座，是所有粮食米器座，包括普查补了哈、哦，还有机会，这两项都是有在补助，你不能把普查补哈、哦、列入。是化学药剂，那就错了。它是天然植物的药剂。所以议员讲的意思就是一剂的话要一起要一次嘛。那所以一公顷的话，等于一年要3000块嘛。对呀、啊，对呀、啊。那你可以，你如果暂时我们经费哈、哦、有限的话，你暂时补助一剂就好。哦，这个。因为你3000块，让议员报告就是说。3000块的话，一年的话1800万，你想那个数字是蛮大的。你说800万了、啊、哈？1800万？不是啦，那你剩下900万，你就补助一起，好，因为不是啊，你我想让你知道这经费那么大庞大，所以你一定要不是说100-200万就可以解决的。你一年就补助一起就好了啦。好，一起，然后第二起哈、哦，那比例呢？比例呢？一般农民的比例呢？这个部分就照规定的比例，他要照你的规定比例啊。哦这样就不然，因为我想要把经费数字讲出来，不然的话，我都这样子对这样回答，你还以为说这一二十万的事情，因为它金额是蛮大的。你那里有很多数据的，因为你太厉害了。对，好、哦，数据蛮多的。金宝楼是在哈、哦、第二期也是六月份，六月的出没哈、哦、最旺盛，因为金宝楼它本身哈、哦、啊会过冬。第一个就是说跟议员报告，就是说第一个一年一比如说一次。然后他民众的那个农民本身负担多少，这个我想这个应该台面上讲，你没有台面上讲的话，到后来的话这个机会变那么大，这个我们怎么变得出来？我想啊，你的一包那个土地坡啊，你管政府你的补助100块啊，啊剩了50块去电去分摊，是不是这样？我咪叫你讲100块农民管政府来出，我们会这个部分因为比较明确的话，我们会跟农粮署这边，我们会再来跟他研究了哈。嗯，再跟那个在那个。为什么要跟农粮署研究呢？我们现有预算大概我们的预算大概90%还是跟中央要嘛，所以我们当然
跟中央单位，这个还是很重要，还是要跟他们协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不管你是自投财人或是向中央争取的经费，我希望这个区块亡羊补牢，明年一定要编这个预算，否则你明年的这个推农业推广经费，我决定会有意见的。好，我大概不，你忙工为着你家己，这个农，这农特产品推广的经费的预算，你得尽管的好你滚。但农民这个区块你又不重视，你不重视哪来的这个农特产品？是是，是不是？是，这爱改改好爱好凶啊，是将心比心啦、啊，是。你不做产，你看不知啊，你干哪哈吃一点啊？是，这一点呢是希望啊处长。这个明年度的意向一定要编列，是，整个都是造福农民啊，是，从池上啊到长滨这个地方，那整个是当然是中谷线的比较多，好，拜托你以后这个答询的时候要诚恳，态度要好一点，不要随便乱说一说，反正议员哦，何你骗他大家笑眯眯呢，何你讲个话送呢，你知影，大家拢唔知影讲你是在骗人。这较务实呀，吼、哦，互人做一个，互人议员对你印象较好。是是是，好、哦，好，请坐下。谢谢。不好意思啦，跟你念啊你。再过来，我想请教文化处，哈、哦。文化处的部分了、啊，文化处好。请教文化处处长哈。县长上任以来哈、哦，一直在找出路。好、哦，变管工，拼光哦。拼得蛮用力的，拼得蛮辛苦的，所以本席一直在有一个想法，目前重谷地区的观光是蛮热潮的，但是总有一天一定会退潮，是不是？那么在整个重谷地区重谷地区有以前日据时代留下蛮多保存的这个历史文化，还有我们像各乡镇各村里也有古早味的特色在地的人文，我想在这方面我们实在是需要一起来去推广来推广，这才是在地的人文化，而且这个文化也是地方发展最有力的实力。那本席一直发现本席发现你们文化处的所有扮演的角色这个跟我们县政府市政方面的这个脚步有太慢一点有太慢一点，不管我也看到地方人士保护地方文化也蛮用力去推广，用力努力去推广，我们举个例子，鹿尾乡永安村的社区呀、啊，他推广了这个文化，也是蛮不错的。我要请教处长，对于永安区的，你们是不是有去辅导过他们？我想在鹿野的部分我们这个文化馆就是地方生活圈，鹿野生活圈本来就一直是我们辅导的重点之一。那今年我们也是把鹿野列为重点，但是因为今年文化部有关文化馆的方向往博物馆的方向移动，所以我们鹿野的生活圈呢，它今年就没有提案。那但是呢，在社造的部分，我们跟永安社区一直保持有很密切的互动。处长，我有个建议啊，是，我有一个建议，除了我们例行性的义务的这个。活动的办理之外对我们地方的文化还有在地的人文方面，那是地方的资产，也希望我们处长将来对这个区块一定要去推动要推动，因为你推动了之后会带动地方的繁荣，而且这个地方会更有活力这方面是不是处长要多用心？好，邓老师，了解，请坐，谢谢。环保局长，对不起，辛苦你了。是。局长，是。我一直认为这个卫生的环境如果做不好，地方的建设再怎样多也是等于零。好，
所以环境的卫生哈，跟我们民众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跑不了的。是，所以你的业务、你的工作是蛮重大的，好、哦，蛮重大的。我记得在前几天，我们县长这个施政总报告当中他也有提起，为了因应我们混化炉的启用啊、哦，不定时性的，所以他有一个构想，将来可能会办理我们台东县县内所有的垃圾场的这个活化的作业工程。我是不是来请教我们局长？是，一我们关山哈、哦，关山这个垃圾掩埋场哈、哦，如果要花多少的活化的时间才能完成？跟议员报告，那谢谢议员。我知道议员长期都非常关心我们关山的这个垃圾处理问题，也协助我们环保局做很多这个沟通的工作，非常感谢议员。那有关于这个垃圾焚化那个掩埋场的活化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一个趋势要走过去的。因为现在13座的掩埋场陆陆续续都会饱和，现在像这个关山地区。关山镇如果不包括海端，它每天超过 4.4 吨。那依照目前我们所去测量，就初步的测量的结果，关山大概在一年到一年半就会饱和。那这部分我们也有把关山纳入了优先，尤其关山镇也非常感谢关山镇了，同意协助海端之前来这个进入他们掩埋场处理他们垃圾。所以我们的政策是说，像这个基降饱和的，或者是有协助临近乡镇，我们都纳入优先。所以这个整个活化工作必须先看，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试验阶段，我们现在在做建农的那个成果评估出来，大概要12月，就9个月后。我们如果这个成果不错，我们就会推到这个卑南跟关山，好，它是我们下一波优先要去活化的。那我们初步是规划，因为我跟议员报告，我们的县的预算是非常有限的啦。好，我们也希望华东基金这部分能够来挹注我们这个方面的经费。我们初步的估算是要关山这边先活化，如果可以做的有经费着落的话，我们会先做三万方的那个挖除工作。那如果在三万方挖除工作的话，如果可以照我们原来的评估，有60%到70%的空间出来，那大概关山这个掩埋场还可以再延长4年，至少4年。好，如果我们垃圾减量更好的话，可能更久。好，这是初步，那就要看我们经费的这个争取的状况。不过我们想，这个掩埋场活化是我们既定的政策，我们会去努力。那关山这部分，我跟议员报告，它也是纳入我们下一波优先考量的一个那个场址。局长，是这个根据我们县长哈、哦、在市政总报告当中哈、哦，是县长也去了解也蛮细的。如果垃圾场哈、哦、这个活化之后所挖出来以前的垃圾，该烂的烂，该腐蚀的腐蚀，没有烂没有腐蚀的，剩一挂塑胶袋啊、保特瓶，是还有瓶子。是，这方面可能过去几年当中哈、哦、都没有这个落实，这个垃圾哈、哦、这个分类的没有很落实，是，所以出来你还可以资源回收，是，剩下的没有多少，所以我一直认为哈、哦，你焚化炉你如果启用的话哈、哦，可能地方也蛮多人意见的，如果朝这方面去做哈、哦，一定会很 OK 的，是，而且你说怪手哈、哦、清理之后，所有的土沙土刻土哈、哦。可以利用啊，将来还可以用在覆盖覆土的时候，所以可以用，是，所以这个方式也是蛮不错的，是、哦、蛮不错的。本席也知道哈、哦，所有纵谷处哈、哦，其他的乡镇我当然比较不了解。纵谷处这个各乡镇的垃圾掩埋场哦，应该都2-3年的这个寿命，哦2-3年的寿命啊。但是我要提醒这个局长哈、哦。要特别的注意哈、哦、啊，未来的规划执行的这个效率是一定要去特别的注意，是，否则不然未来如果我们的垃圾哈、哦、没有办法衔接得上哈、哦，可能会产生很大的这个争议，
哦，很大的振兴。另外，我也希望你们哈、哦，你们在于啊，垃圾的活化的作业先前呐、啊，规划一定要严谨一点。是，哦，严谨一点，因为各乡镇的这个垃圾的掩埋场啊，它的特质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很完整的去规划，是，不然呢、啊，真的失去那种意义哈、哦，失去那种意义。如果能朝这方面去执行的话，我相信议会哈、哦，所有的同仁会支持你这个方案。啊、哦，这个啊、可以再活化使用是最好的。处长，你辛苦你了哈。啊、哦，应该的。现在请坐下。好，谢谢议员。卫生局。卫生局的部分哈。议员长，我想哎，长辛苦你了哈。卫生局哈，上个会期哈，上个会期。啊，本席也有请教局长过哦，有关我们中部地区啊，关山慈济医院啊，紧急医疗后送的事情是，那是不是你还有记得？是，好，那你当初的时候你有答应本席，希望啊，在两个会期当中啊，啊能好好的把它解决，然后再向本席来说明，是不是？我再请教啊，这个局长。是，那这半年来你所有的各单位哈、啊、是你的整合你的协调到底啊处理的怎样？而且那个关山慈济医院齁、哦、它本身它你也知道你住在关山，所以他们那边的医生其实也是都是从花莲来支援的比较多。是，所以他们院长也是蛮头痛的齁、哦、那我们只是尽量说大家能够帮忙，像前一次子那张权议员说海端卫生所只有眼科医生一个月去看一次，他也提出来，我说我们台东加起来眼科医生也就只有那么几个，所以我们在整合资源上面也是蛮困难的。那关山慈济医院那边他们从大部分是从花莲来支援，那他们也是很尽力，那我们也是拜托他说能不能多一点人过来。然后你说从台东派医生去那边，因为那个制度不太一样，所以他们院长是说尽量如果能够后送快一点，他能够把它转出来台东，那要不然就他们只能够增加他的人力，他有在努力。那今年的医缺就是说医学中心缺乏支援地区齁、哦、他们有多了两位医生，那也是从花莲过来的比较多，那有增加人员啦、啊、那或许在急诊上面他们的处理会比较快一点点，不过那个问题很积了很久了齁、哦、那也是能够加快脚步，可是要完全解决好像也不是那么马上可以解决。一些病患的民众哈、哦，他也是在反映的，是反映主要是哈、哦，我们后送的时间拉得太长，是好、哦。一般你如果看严重的话哈、哦，这个紧急的医疗一定这个程序上可能也要简便一点，是。那程序上你要拖得太长哈、哦，这个只有在黄金时段哈、哦，是来抢救的话，可能是这个命就夭折了，而且台东关山到台东还有。啊，三四十分钟的这个车程，是那舟车劳顿，那病人可能有气胸的话，可能在半路就、啊、没有呼吸了。是，那这方面哈、哦，嗯，局长，我一再要求哦，你是不是透过你啊当局长的这种的身份，来协调所有的，不包括我们消防局的啊救护车，还有医生这方面，嗯，啊，是不是啊能把这个手续上哈、啊、能简便一点？是，好、哦，简便是。那另外，我们关山有一个私人的这个洗肾中心，是。那你在十月份的定期大会，你也有跟我提起，是在今年的五月份啊会成立会启用，是不是有这个好消息？应该他们预定，我说他没有来申请嘛，哦，可是他们好像预计在八月份才会开始。八月份，对对，他本来预计是五月，可是可能工人不是那么好请，而且洗肾中心也它的设备比较不一样，它是等同不是一般的诊所，它还有废水处理都要做，所以工期会比较长。本来它预计是五月要开，我了解，现在它没有送进来，不过我们了解是它预计是八月份要开始，还没有正式送件，还没有。不过那个王院长有提起说，可能要初期要有二十床，所以应该中关键那个洗肾中心会比较好一点。这个如果哈，如果是如果我们关山的这个洗肾中心哈，如果成立啊启用的话哈，是它可以照顾到妇女哦这个重配地区的乡镇，对，它要设立二十床
要派两个医生，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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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很好，好，谢谢局长哈，辛苦你了，不会，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啊，还有蛮多的这个要咨询各级处长哈，啊，你们比较幸运了，没有被我咨询到的。好，主席，感谢主席，也感谢所有的啊级处长，请坐下，谢谢。谢谢。好，谢谢黄议员替农民争取防治金宝螺的经费、完善垃圾处理的问题以及医疗问题。我们谢谢黄议员的质询。接下来下一位是陈志峰议员，询答时间40分钟。谢谢主席。放弃了国外人家。好，谢谢那个音控室哈，谢谢。有这个影片哈，这见仁见智的想法了哈，也许是音乐很好听，啊，嘛加减会牵动咱每一个人的心来了哈。我听讲，这只鱼啊就是死鱼只，好，因潜水人员提供的讲，这只敢那就是死鱼只。啊，是不是有较近无？无了解。啊，这个相关的法令，啊，人嘛以上啊，吼、哦，这交处法，啊，咱进入咱的，吼、哦，总执行。来，迄、那个馆长，我请教一下。两号，好早吼。咱政党政策论题，吼、哦，咱马总统落台，蔡英文正式上台。我甲在这这内底较济议员吼，想要甲你请教是讲，咱台东属偏远地区，经济咱的所有的经费拢统由中央来甲咱来甲咱支援，甲济物件吼，是毋是延续落？我要请教馆长是讲，当然伊拉就任无几工，你有啥物看法无？咱所有咱啊，咱地方的建设，伫马政府时代所答应咱台东的要给咱的，伫伊蔡英文的时代会继续延续的无？以你的看法，你感觉？议员，我当然希望
拢无变化啦吼、哦欸。但是即摆安尼伫看吼、哦，部会首长、部长啦、主委啦换人了，伊有对一寡建设也好、工课也好、政策有无共款诶？哦，看法啊、哦，所以也难免啊、哦，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咱即摆希望诶，就是讲至少第一已经伫进行诶，爱互伊完成啊、哦，已经伫进行，进行到一半，即款咧，可比动这都，这都真正受过离谱啊！啊，过去有承诺诶、哦，比如讲。花莲跟台东呢，全线双轨化哦，这是其实是有承诺的哦。比如讲，咱的这个运动中心啊、哦，新的图书馆啊、哦、啊，或者是讲咱的这个棒球村的夜间照明设备这块呢，阿未做，但是其实是有承诺，阿毛嘛咱毛一挂作业去进行这块呢，都希望可以。不要有变化，我只能一直强调希望，你知道不？因为咱是地方政府啊，一，咱所抱嘛是希望啊，咱所抱嘛是希望啦。不过是安尼啦吼，即嘛中央给咱的钱大概分，会使讲分三部分啦，大体上啊，第一就是每一年伊给咱的这个统筹分配吼，啊个一般性的补助款这，但是这吼。这大概拢有一个计算的公式啦，除非你去调整迄个公式，不然伊就是讲你偌济人口，你土地面积偌济，啊，就照安尼去算的吼，反正有一套公式啦。啊，大概这部分就是咱基本上咱每年要支应咱的基本的年度的迄个总经费迄个收入的主要来源，然后因为咱家己的税收足少嘛，十几%尔吼，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咱。另外去争取的，咱都要提计划。每一个局处，我讲想要做啥啊？这个垃圾的啦、掩埋啦，是安那吼？啊，这文化讲要请什么历史建筑啦，啥有诶无？咱都要提计划，另外去争取的这款呢，这款呢变数较侪啦。伊欢喜就你啦，伊无欢喜就甲你讲啊，这不符效益啦，啊这安那？馆长，吼、哦，啊第三种，我讲了者，第三种就是华东基金。这几年咱伫华东基金真正有较出较大力。因为吼、哦，部分嘛，定下你甲你花无钱，啊，咱即嘛是讲啊，你无钱，无你出你的配合款，我嘛出配合款，咱来争取发动资金。大概分这三部分啦，我感觉第一部分是照公式计算的变化较无遐大，第三部分发动资金，迄是花莲甲台东遐尔嘛，你去动这都无别人会使用啊，对无？吼、哦，尽量卖甲咱动这款的，可能第二部分可能会影响的，我家己评估是较侪是第二部分。因为政党论题吼，那咧讲选举爽爽一时啊吼，咧欢喜啊，有上当选，因足欢喜啊。有当我是徛伫一面代表的角度吼，你咧欢喜咧过头了吼，有咱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咧考虑咱台东国民的民生问题时阵吼，无去想着讲，因政党论题因咧欢喜，结果是后壁要延续无。即摆若无要延续的情形下，经费若无要来，免是骂你，当就骂你，像你前两天讲，你要当拢骂我，脏啊吼，当骂就骂我。不过你要，咱直接要探讨讲，恁甲中央所有的建设啊，恁马政府的所有甲台东国民答应要爱的钱，恁若是无要延续方案，当然咱地方政府又搁承受着。你无努力啦，你无拍拼啦，就干脆即款代志出来，这是政治问题啦。啊，咱来讲，咱关心咱台东啦。咱那又讲政党论题咧，咱来讲吼。第一，咱要台东要发展观光，第一冲击就是咱的饭店业。啊，尤其咱中央政府。咱蔡总统一直无要承认某种迄落啥？就要讲出来。我是无要讲出来，你搁讲出来。一直无要承认，你甲讲出来，一直无要承认这个情形下，
我讲我坦白，介侪物件咱拢甲对方较密切，事实较密切。咱卖讲啊，甲委屈讲，我一定爱靠你大陆食饭。唔过咱的两岸内底较密切的物件是事实，咱包括咱出口的物件，甚至恁换恁人口要过来，嘛拢息息相关啦。那因人也唔来，我即马有住我所在的中南部，介侪饭店，因为安尼敢若有意思要卖掉啊。因不看好的经营啊，因嘛不爱输赢，你只怕那个万一啊。如果那迄个那未拄好，你那某种一个话语讲了，人对面听了未下，那佫缩起来，人袂堪要输赢这啊。哦，是不是？也咱来讲咱台东，如果那是有这个经营。你感觉咱台东的观光会有啥物影响无？一定有影响。港员报告，咱即马一年的陆客应该差不多接近200万人次啦，吼、哦。啊，这若减去吼，我相信足侪饭店民宿，会直接感受得到，吼、哦。啊，过来就是只个其他周边的服务业。连带，哎，那连带，哎，拢会去看到哦。洗洗衣液啦，啊，这连餐饮啦，啊，提供这个迄个，食衣住行拢等于拢影响到，迄、哎那个游览车啦，等等吼，拢会影响到，哎，绝对。我即马佫嘛足注意吼，注意这个动向，就是讲今仔日像看到讲啊，对。农产品的迄个检验嘛，吼、哦、要重演啦、啊，啊那那吼就即款的，那去影响到咱的往来设计吼，我迄度，哎个我另外一条大条的，啊、哦，咱即马往来设计是咱台湾外销的第一名，啊，当然咱市场主要就是台湾，一一年的产值应该是6-7亿以上，这对台湾的经济是做帮助的，足大的，足、嗯、大。你甲想讲，咱迄几千公顷的往来这客呐，爱凑条去建八行吼，迄个真正就很难想象的吼。所以我们也在观察了，希望不要发生走到这一步了。但是实际上，你讲的无唔对，两岸关系那处理不好，是衍生一些负面的这个状况出来，对台东的冲击绝对是很大。啊，咱台东。哦，咱就所有的经，咱所有的经费就拢在中，甲咱斗三工啊。啊，咱有这个，卖讲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啦，这可能，哦，咱两岸之间，那咱主政者，因为因的思维啦，甲因的做法啦，是不是会符合咱各咱？全台湾，甚至咱卖讲啦，咱台东需要的，嗯、哦，咱介只八月，咱刚讲，咱所有物件，咱厝恁人会当接来，咱就一个生活。啊，那是几工底下靠理念，要什么？哦，介只理念要讲，啊，无要顾经济，迄嘛无效啦。我感觉，上届尾啊，经济民生是上基本的。啊，这点啊处理无好势，其他诶应该是加讲。无饭人吃，免咱去算政治，卖讲算政治咩吼、哦？对啊。我见解是安尼啦，这两岸问题吼。是。伊后壁要搁讲诶嘛，是搁介济啦。啊，所以讲甲你做参透。另外吼，你先坐啦。谢谢。咱建设处，那我请教一下吼、哦，咱台东，咱诶管辖吼有29条县管河川啦。系。我要甲你请教咱太平溪左岸吼、哦，嗯，这是管定列为伊的重大政绩啊。是，你感觉这条，以上当时要做？这条大概伫前年马总统来的时候，管定有来报告嘛，报告了就开始进行管理的政策经费的部分哈、哦。这分两个部分来讲哈、哦，这条图上，我这种规条拢叫做陆地公告啦。啊，这分路的部分加地方的部分，地路的部分已经讲，我嘛达变做乡道系统，哈、哦，你讲了叫乡道系统，啊，已经
讲高乐建嘛核定乡道系统，啊嘛列入生活圈道路系统的经费吼，大概是五亿。啊，伊目前已经先给阮800万办环评的部分，吼、哦。啊，伫迄个客迄、那个地方的部分，加迄个用地的部分吼、哦。目前几年开始？这条。即卖就是讲，伫今年吼，阮目前咧做的就是路的部分都是可以变更，即月底伫来政府都会通过，吼、哦。啊，环评的部分，我目前咧进行年底会确定，吼、哦，这原则是拢无问题啊。即摆就是大概今年，我即摆会阁办迄个用地的公听会吼，最近会开始办。啊，今年应该国迄个水利局会先互阮迄个用地的经费。无，主席，我要问整个规个计划，就开始你咧讲评估甲完工安尼落去。我的希望吼，大概伫明年底吼，会使开始做，会伫。一空六年底才开始做，第一空半年底才一空六年底。安尼，我咧讲，你整个几个工期安尼偌久？两年挂挂计，两年超两年。啊，这条是要让你使用偌久？啊，这条是要使用偌久？我要讲。即摆讲吼，主席，我拄仔咧请教馆长个事，这是马总统同意的，对。即摆伊若换伊，佫卖啊！我即摆即目前进行已经纳到中央补助地方的相关计划里面，在道路的部分，这是计划，伊也无伊无也无确定啊！你啊，我讲者，纳到补助系统里面，就算确定，就后续现在就是我们要办那个道路的环境影响评估跟道路的都市计划变更核定以后就。他会核定你用地会，然后接下来是工程会，就那已经纳在中央补助给我们的计划里面。这在我的认为，就算你这叫什么俗称的6年600亿，不，这点花嘛啊，点花嗨。我要知是讲这条，你讲你顶1空7年才会做，伊系一个1108年期间爱完工哦。哎，对，文先生，意外，我这没收到呀。1806年底开始做吼，是真正动工来做。但是伫迄进程吼，因为着要做这吼，咱来变更土地使用分区做环评，爱过去取地用地，遐1200户的私有地，爱过去征收。我知影。这即马拢伫做这三项，啊，但是回答你的问题，是已经纳到中央的集合，但是中央如果要把它抽出来呢，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都好了，就是我首先想来请教，会不会这样做？今麦我们希望不会了。万一如果有政治因素介入，要阁下咧，安尼咩办？咱阁写较侪寄回去嘛，无啊？伊嘛是要甲你谈。这个我会使安尼答复啦，因为阮伫阮公务员咧受限吼，拢较单纯啦哈。所以我都在回答的，中央问题纳到计划里面，原则上的应该无问题。这个是一关公务员的行为，就是两个咧啊。补充一点嘛吼，我感觉如果以这条，国咱的副公干，即马已经准公文来，然后准7亿外，那这两项吼，叫提掉吼，我感觉咱台上算出来三个人位拢爱落台了，以谢台东人。你连这款的你顾不掉，你做你委员，你做什么？我同意。讲较白的，就是安尼。啊，这我同意。啊，迄就恁，你中央就恁在管，啊，无各项出问题，拢总赖县政府。啊，无恁是伫做什么？连这款的已经准，已经开始进行，各项提调，提去别县市，提去做别项。啊，安尼，这三个就真正下海去讲。你讲这我同意。真正讲啊！哦，咱来讲，我做过立委，专门当我做议员，我家己负起我的责任。那我选你做立委，你家己负起责任。哦，这意思同款嘛吼。即摆是我来讲，我一直咧重申讲，即摆的政党轮替，是毋是若看安尼的情形下，他就足无奈。啊，计划是拢爱，计划来承担这个结果。我讲花东，咱咧花东，恁若钱若，恁若计划若送伊，佮某种因素佮无伊啊。咱一只车，哪一讲咧？什么咧总执行？什么咧单位执行？底下咧计划，底下咧讲18年吼，是不是？咱不爱去取名，比咱这个较悬些啦。因家己爱做因的套路啦，哪讲阮家己爱做阮的套路安尼同款啦？哦，啊，我是咱的就事论事，你请坐啦。就事论事，你咱即马这车，
伊个太，伊这你像这一整个太平区，这太平区整治这，咱即马来讲，互咱即马即使有钱要互咱啊，是这工期甲咱所有的时作，安尼，会有无？伊有解限限定当时遐员工啊，会啦，政府政府，会有无？会会政府，无伊伊那你讲伊这。上述事宜如核定之后，如果无法如期完成，补助将以终止啊。所以，阮即摆阮就是讲，伫旧年底啊，旧年底因就要求阮都迄个今年六月以前爱伫都市计划变更的部分来完成，伫年底以前爱伫迄个道路迄个环境影响评估完成。阮这拢同阮拢已经确定伫即个期限内完成啦。嘿，这是咱馆长哦。咱疏通咱，第一咱河川整治，第二咱的交通，咱的车流量的疏通，这是一个政绩啦。是。啊，咱是要看到迄个无奈两字啦，啊是希望敢讲，第咱紧完成，卖有啥物任何因素，哦轮替就轮替，卖有啥物任何因素，啊来影响着讲变电的发展，安尼尔。哦。啊，我副台我甲你请教一下。是。咱即马台东是路过咧弯路啊，即马伫新生路甲迄个川板路交叉口子即里啊吼，阮咧做迄个污水下水道的管线，工期大概是爱两年的时间。唔是，挖一撮是咧挖什么？就是要挖管线咧。一撮遐啊，一撮伫阮的部分，迄阮咧是迄个雨水下水道的探测。啊，那如果抵触恁的路平啊，哦，系，八成爱路平啊，不过嘛爱伊的水坝会处理啊，所以讲吼，这有小可就讲矛盾啊。我是无了这个负担，这我要问下，我想要了解是，到底恁那过啥的物件？迄个一撮，迄个一撮，是咧乌山话咧看拢无？系啦，就安尼啦，吼、哦，你请坐啊，好，谢谢。哦，那个环保局长。我请教一下，上次给你通过那笔经费多少？950万的那个可行性评估。950万多少？怎么评估？950万。怎么评估？那个文化厂的可行性评估跟行性评估嘛，哦。对。现在到哪个阶段了？现在还在做调查跟分析，他现在大概八月底，他的那个初审的那个。那个第一次的报告会出来，朱书记报告出来，然后后来在八月底以后会做那个听证会，公听会。时间就公听会。进前咱咧讲嘛，讲你反正到七月粪扫就填啊，是不是？是。啊，所以连无奈爱做，当然爱做。时间上的有无？我粪扫是一天咧累积啊。你若要照我咧公文咧流程咧走啊。哇，那粪扫咧塔比公园较紧。啊，恁起码咱咧简单啦，我拄下嘛听阮同事你冇甲回答，咱简单你甲我解释一下，起码不然粪扫安怎处理安尼多？甲伊个报告哈、这个在焚化厂这个可行性评估这部分，咱嘛现在继续做啦。啊，咱起码你处理粪扫是各种方式都在同时进行的，咱当时去做。比如讲，进前这几半年，拢是你甲高雄南部遮个迄个有焚化厂的迄个管区咧协调沟通。啊，第二点就是讲，我甲伊个报告吼，即马高雄答应咱伫六月初一开始要甲咱收这粪扫，伊有一个条件啦，就是咱个焚化厂的这个评估跟修缮的这个方向不可以停啦。伊即马就是来讲，伊即马甲咱收粪扫吼，收50吨，一天50吨吼，他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都不自己要处理的那个意愿的话，你自有焚化厂你完全可以处理哈，你就要赶紧化停，不要赶紧修。好、哦，这步骤是咱家己爱努力啦。第一点哈，我家己要报告。好啦，我要了解讲到950万的进度尔。哦，这个最后是，我是逐天咧看啦，迄粪扫逐天咧累积，那是无法度啦。你是粪扫逐天嘛，逐天制作，我嘛有咧制作啊。是。哦，不过你大家粪扫拢要制作是。我哋当希望是讲你，哦，时间上噶，大家不要再牵扯骚不骚，那个不要再讲了，
莫阁讲啦，你请坐啦。谢谢，你请坐。我另外要请教啦吼，咱这馆长，我来请教你。你准备飞机吼，曾经你嘛有同意啦吼，咱的消防设备、消防人员的伊本身的伊的救灾伊的设备。要甲补足，甚至人装备拢要甲补足。来，咱肖组长，你安尼讲补足啊？谢谢陈远对我们消防同仁的关心哈。县长上任以来啊，大幅度的提升消防人力啊。好啦，有无啦？你甲我讲伤长呀，卖去迄个你有补足无啦？装备啊？装备，好、哦，我即摆已经有定一个计划，伫花东发展基金啊。哦这希望会当汰旧换新、哦、相关的消防装备，总共的经费大概有1.4亿左右啊。1.4亿？对。我讲每一年吼、哦，咱消防医生每一年拢有变，这可能是可能恁的人数费用种种，无加减，咱内底装备、防炎软体器材，拢总有变起来的。如果每一遍，就是装备无够，卖电机会、临时会，甚至种种，大家都讲这装备无够。我相信讲这消，咱这拍火，咱这消呢，伊无可能把伊的装备吼，轻易去毁损，吼轻易去毁损啊，是啊，因为伊可能因为就有一种传承，我可能我物件了，可能会过好，后一个学弟也是甚至朋友，也会继续服用。不过现在拢有每一年医生拢有变，啊每就是每一年还搁咧无够，啊那我嘛无听讲你有介济新进人员是吧？刚刚一批报出来尔，对台北甲高雄，敢那二销的，基本年龄45岁以上，基本年龄45岁以上出来做二销出来拍火，啊咱台东吼，我看过咱台东好不容易。拢伫30岁到30岁以上，到35岁以下，拢是这段。迄个无简单，即有即、這个因即个年龄，因阁想要来为咱台东来做这款代志，不过嘛是无装备。馆长，我就认了吼，即过去这6年，咱每一年编的装备哦吼，其他卖什吼，人事费用啥拢嘛是编的装备。诶，这个经费吼、哦，大概拢伫2000万到将近5000万之间，每一年哦，吼、哦，所以讲起来，以台东的财政的状况，咱投入伫这个消防吼、哦，实在讲已经很用力了啦，吼、哦。即届起来这个中山路这个火灾吼、哦，局长甲你甲我讲，如果唔是我就任了咧，增加1-2百人的消防人员。可能状况还不是这样而已，就很细的啊。易燃物价在修起来的时候，你人无够，就是关了。所以，咱家己一方面增加人力，一方面当年编装备的预算吼，尽量来补足以外，我嘛足认真，甲局长做伙去民间嘛，搁去争取了民间去吐，咱去民间吐的救护车啦，这些装备的啦，哦，因为知影讲家己。公务预算有限，咱对民间嘛，搁去争取，这款拢有在做。啊，即马你讲到义消的装备不足，这是事实。所以义消吼，足热心的，但是吼、哦，他能做的有限，他可能只能在外围帮忙吼。伊无法度真正进入火场，伊也设备嘛无够，哦，设备嘛无够。所以伫这方面，我原来有安尼计划讲，要来加强，哦，让。义消能够扮演更积极的、更大、更多的功能，啊，这设备的部分，我来提这个华东基金的计划，吼、哦，因为你这块被扣款，这块你变，那是无可能，绝对过去借钱啊，咱嘛对啦，啊，就是讲，毕竟咱来讲，咱若以甲外关区做比较，总是咱来讲，总是因有迄个心，不过就无迄个物件通进入会场，毕竟训练嘛无输剧本部的啊。真正袂歹，因为训练嘛无做脚本部的训练啊，伊嘛讲，因讲，伊总袂当因
穿一件雨衣就拼入去。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不可能让他这样做了。啊，所以讲每一年每本人拢分医生，啊，每一年拢因都安那的装逼无够，甚至个人家己咧出钱咧买。我感觉讲吼，这唔值得天一尾啦，万不得那出一个万一吼，我有咧时间来弥补拢袂赴。是，我是感觉讲，所以我们其实有啦，有这几年有强化我们的装备人力，其实已经很大比例的强化齁，但是够不够，我觉得可能还不够齁，所以我们也有计划再继续再加强齁齁，那起码够被禁用的人力后过哪十个过哪十个的后续被够补去齁，啊经费的部分就是认真过来对发动基金过来拓，我嘛都有计划，其实都平平啦计划齁，啊就是跟消防署啊各地讨论，甲国发会也各地讨论，这拢有伫努力。对啦，这我吼，嘛当讲替这发会兄弟啊，甲你做感谢啦吼。啊，我希望讲局长你，因个装备问题吼，我感觉你搁努力者啦。是，谢谢陈议员，我最近有一个计划啦吼。反正你先。先征询一二十个咱个二小兄弟吼，啊，甲阮现有个这个防火衣帽鞋，因为防火衣帽鞋规套安尼。用用起来一个人。那我纯粹问下，你衣帽鞋安尼一套偌济？哦，那敢那防火衣帽鞋差不多啊，包括伊迄个无线电的连接器，大概六万块。哦，然后给我再加。我风格较少，你风格较贵。哦，无，伊个我讲的是。我风格三万，你风格六万。无线电的。是，我即马之所以讲我风格三万，是因为有民间想要关。哦，对，迄是一般。迄是民间想要关，伊即马咧甲我问。伊民间有想要管，伊咧甲我讲一套偌济钱，啊，我再来就是三万港买半套。无啦，嘿，详细物件我会后甲单元咧报告。哦，啊，包括你啊，佮包括空气呼吸器，包括无线电的系统，你加起超十万啦，一个人。对啦，我请教一下啦，英语校无线频道甲咱其他局部部频伊频道无同。因为以消的无线电是类比的，啊，最近咱消防局这边，你变啊统一管理，迄间想要分灾，我有去现场啊。是，伊是真正对内底咧发开水啊，水，啊，你们迄边就发出来，发冻水，啊，你是啊无线咧发，拢用人咧发。这就是阮即个嘛有在检讨的，讲类比甲数位无线电吼，到时间来结合起来。你无线在用好，靠有水内底化水，啊外口恁伫遐咧开水啊，啊内底冻水，伊佫化冻水佫出来咧开。是。啊，你时间敢若动作嘛较有前着啊。是。啊，你若敢若讲二销因的频率啦，恁认为敢若讲？要统一管理无，互因提出去公布。所以我刚才讲的十一万内底，就是要包括即无线电通信系统拢爱结合在做伙。好啦，你也努力啦，好不？装备问题啦，甲伊做，我感觉恁，哎呀，搁探讨啦哈，你请坐啦。是好。那个农业处长，叶老早，来我请教一下哦。我刚才唔捌问过你，起码咱的老乡啊的问题哦。是，咱即款鞋啊，一斤多少钱？这阵啊较悬，最近我无注意着，这阵啊有到80-100，啊，就最近唔知他，那无特殊状况，应该是60块上下啦。咁过阿姐？60块上下，那无特殊状，但是我最近我无问。啊，即款咱的面积咧？面积差不多，千几家。这样。这是刷千二加千三加左右，因为健康问题啦，无这号称咱台东的丽金哦，上早期比例足悬诶，也号称咱台东的丽金，不过是不负当年啊吼，较早一次出去有将近6000件哦，即摆一次出去可能超2000几件，迄落差相对对因种诶起来。拢有，因的收入甲因经济拢有一寡吼，较无好啊。啊，我无你做农业处长，我嘛唔敢甲你讲要怎么去复苏这个行业啊，因为这个关系到健康问题哦。伊在这里一边是说，咱由地方政府来推广来博大家来博平人啊。
吼、哦，因为中央政府咧禁止人部分，卖讲禁止，咧甲你推广不要吃槟榔。啊，咱第迄意思，这是咱的意思，就矛盾啊。哦，咱这带动咱台东大济经济的啊。啊，我要甲你讲，就我们不想去复苏这个产业。啊，如果这些产农，这个种苗啊，这些来产农，如果因老意向讲，因要做另外工作，已经有介济老乡们哦，已经来，因啊一年，比如讲十年，因头抽一年跳过咧种地木，甚至有另外的农经济产物。对，我希望到恁咱农业处，恁甲槟榔咱无甲要甲推，咱槟榔许无要推广个钱，咱是试着甲讲，如果咱遐关心讲。恁若要做另外其他的种植，咱甲关心者。是，我无因，迄许拍咧嘛是拍咧啊，啊无因嘛是继续种，啊种未趁钱嘛是种，虽然是我都趁啊，啊无无，恁那些关心者。是，哦好无。是，今年年初迄个寒害安尼吼，啊，管着过去政府的中央补助啊，即届伊就是设施俩，即届是包括老业动物补助嘛吼。这个超不过做到七八百家，所以这是优秀的第一届，啊嘛是过去馆长啊地位啊清楚的。这是灾害啊！灾害！这灾害咱地、啊、咱地方安尼嘿。这是灾害咱地方政府对咱的农民一种关心啊！是是，其实你讲那依咱种植面积，你对你的补助介少，哎，算差不多好吗？这是咱地方政府对咱的农民一种关心尔，无你实际上你提来，我要补助你，反正补助我一支条啊，你。欸、差不多，还是关心俩，一个月几啊俩啦，超一个月几啊，嘿，我一个月，一个月几啊俩，伊的量啊，伊补助的金额差不多一个月生产量俩，啊一斤啊500块有够伊啊，欸差不多，多啊，到要800块1000块呢，我迄无办法，嘿，啊对无，迄我咧讲，我们不要以金钱论啦，所以咱来讲讲吼，是地方政府对农民上关心啦，啊，即马农民，即马啦，甲因，我都种啊，甚至。量嘛卖不出去，是。咱那个辅导工，恁是有另外的种植什么东西？哦，咱买到你农业处理去替我明啊。好、哦，我前面你讲你我拿来补助恁在种地方，种什么？哦，有另外经济价值的物件。是。哦，安尼你安尼对啊，我来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嘿。哦，好不？是。好，谢谢你，请坐啊。好，谢。我剩几分钟哦，我另外这几项我敢问一下，咱行政处。所有咱县政府寄出的邮件是不是都是你管理？大部分的，大部分的哈。对，我请教一下哦，我最近甲一接到物件，啥拢是用挂号来寄阮。恁的油脂变哪济吗？对，油脂的部分其实每年都不太够了，那要寄挂号或者是。双挂或者是怎么样，那个由业务单位决定。你去注意一下啊。好，我所有收到文件都是以挂号寄给我。好，因为这个我来了解。我这我全部给文件，我再给你问一下。你这档拢用，我规工咧叫你挂号，还捌领着现金票，你规工咧领挂号，拢去遐管政务。哦。好，有完这我了解。谢谢小姐。那个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局长。我跟你请教，我现在要问拢是单位执行问无对的啦，我唔是咱根基太容易，我要请教。咱的校区吼，迄围篱啊，这个问题我一直存在我心里。那校区那个围篱是哪个年代说要拆除的？那个应该严格来讲，应该是在民国86年左右，当时。教育部推动了一个所谓的开放教育的一个政策。从那个时候开始陆陆续续是开放民众进去运动是开放什么政策他当时推动的是希望所谓的无围墙校园能够让学校跟社区是合在一起的这是美意啊对当然后来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后遗症对那当初是美意啊后来变成是校园一些安全性问题卡大比较贵啊就不用登记就可以自由进出了。我们当初的美意是你结合社区，让他来运动，好老年老者可以当去散步冲澡。你起码拆掉哦，
一下子就过了。现在发现各个学区各个什么可疑分子出出入入的，啊，困便所啊，困教室的，啊，恁学校也无请什么，等恁通报要叫警察去，或许事情又已经发生了，那怎么办？我跟议员报告。我怎么讲？这当时那这学区决定在这个校区要把那个围篱要。其实我们台东县基本上围篱打掉的学校数算是很少的。那我们放学之后，每一个教室都有机械保全，都有做安全保护。好了，我也没有时间了，就是跟你讲一下。我刚刚这，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很重啊。我本来问警察局，对，我们会特别这个今天然后反正看下你的鬼啊，这有什么安全，有什么安全性？这个你要注意。好，你请坐。谢谢，谢谢啊，谢谢大会主席，谢谢。好，谢谢陈议员对陆客来台东乡亲的影响、垃圾问题，还有完备消防人员的装备，特别是义消的部分。谢谢陈议员的咨询，我们在这里休息到10:40再继续开会。好，我们开始开会。我们接下来总执行的议员是与我们林崇汉林议员，总执行时间40分钟。谢谢大会主席、县长、副县长、秘书长、各局处室的局主管啊、哦，还有现场的议会同仁、现场媒体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早安。首先哈、哦，本席今天将面对真提出这个四大的面向的问题啊，来就教于县府团队。首先呢、哦，我们第一个面向，我来请教县长。这样，这个我们都知道，高度化的这个现代城市呢、哦，有一个很大的课题，那就是垃圾问题。是。那这个垃圾问题哈、哦，往往都要考验着这个地方首长的一个执政的能力跟处理事情的能力哈、哦。那我们都知道，但是有趣的是哈、哦，在这个城市里面，垃圾量是不断的增加了。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面，但我们又必须要这个面对这个掩埋场或者是焚化炉带来的环境的污染、民意的考验啊。那本席在这边就是想问县长，在去年10月，高雄市长啊，我们一下垃圾一项是送到高雄的焚化炉来处理，是当时陈市长就是开始拒绝我们本县的垃圾进到他的焚化炉去处理嘛，哈、哦。那这本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我知道县长跟我们环保局长做了很多层面的努力，也做了很多面的思考，包括活化掩埋场，或者是将这个焚化炉啊、哦、是否能够正常的推动做一个评估。但是当时哈、哦，这边本席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县长跟所有的团队啊面临到。高雄市陈局市长拒绝的那一刹那起，那县长有没有做立即的处理？这是本席的第一个问题，待会请县长一并回答哈、哦。那第二个就是，那么报中也记载了哈、哦，也有报道说，我们的本县的刘立伟跟本会的洪议员啊、哦，也有到这个高雄市政府去拜会陈局市长。那陈市长也在6月的时候，允诺6月立即来恢复。这个台东的垃圾的处理啊，我们也感谢他们两位的努力了，为台东的努力。但是本席的第二个问题说，本席质疑的是，在这样一个协议里面的这个契约，或者不管是我们县府，不管是刘立伟，不管是洪议员也好，那我们跟高雄市这样的一个垃圾重新处理的，有没有中间的协议是，比如说我们垃圾的处理量有多少，那么有没有数量的限制，那有没有附加的条件啊，是会不会因为两县市哈，就像你是国民党籍的，他是民进党籍的，到时候会有什么执政的变数哈？这个请县长就第一问题、第二问题啊，好，回答们，谢谢。好，因为第一个问题是，当我们收到高雄市的通知说不再帮我们烧哈，其实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震撼的哈，因为之前。提高价钱3倍，我们也付了，没办法哈。那所以当下的反应是，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了，我们自己思考接下来
我们自己能怎么办？我们有什么能耐？第二个，我们马上也跟环保署接洽，请求环保署也来居间协调。所以其实整个跟高雄的协调从那一刻开始就持续在进行当中。那你也知道，其实真正高雄不帮我们烧的压力是来自高雄市议会。高雄市议会说，我们干嘛 PM2.5 高雄这么严重还在帮外县市烧垃圾，尤其是那些自己有厂却不烧，却非得把他们垃圾拿来我们这里烧的。啊，其实他讲的就是云林跟台东嘛。那所以这个协调持续在进行当中，最后其实在三月份，高雄市环保局跟我们的环保局其实已经达成协议了，就是有条件的帮台东烧，这是你第二个问题。有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你在你的焚化厂还没有启用的这个过渡时期，我们跳下来帮忙。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谢局长一直在这里讲，假如我们今天那950万的评估也不做，我们也直接公开讲说我台东就是永远不会启用我的文化厂，那高雄绝不可能帮我们烧，一顿都不会帮我们烧。好，那他跟我们谈达成这个协议之后，特别还交代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议会期间先请我们暂时绝对不要对外讲，因为这样子害他们会在议会会制造更多的横生枝节，制造更多的困扰。所以实际上当四月份我们的立委跟宏远去找陈局啊谈这个事情之后，我们谢局长原本也知道这个事，当然我们也感谢他们在这个上面也愿意来协助一起努力，可是没有想到一见面谈完就马上发新闻稿，这个就害我们对高雄市环保局就很不好意思。隔天正好高雄市环保局到议会去，这个事情因为见报，高雄市议员把环保局 K 了一顿，我们议会决议的，你们怎么就去跟台东谈这个，害他们又要很多的花很多的功夫去说明，而且听说因为这样原来答应帮我们处理的垃圾量还减了一些，还减了一些，所以实际上是很可惜啦，本来是可以很美好的一件事，那因为这样子造成了一些困扰。那我觉得这个整个问题的关键点就是在您刚刚提到的那个附带条件啊，因为后来他们对外说明的新闻稿完全没有去提那个附带条件，实际上那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承担的。他现在一天愿意六月一号开始一天帮我们烧50吨哦，那是有条件的。哪一天哦有一个期限给你，我想大概就是2年3年吧。啊，如果这当中你们很清楚的讲说啊，你就是不会用你的焚化厂，那大概他们也就说那好吧，那我们就停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像这个协议目前这个答应的允诺，陈市长允诺的这个垃圾的焚化，它是没有数量的，还没有跟我们县府没有一个有吗？有一天五十，有一天五十吨，一天五十吨。那这个有时间有我时间就是我刚刚讲的，大概2年到3年，啊，2年3年也艺术的工，你可以利用你台东可以利用这2年3年的时间，你去准备好你的焚化厂。因为你现在告诉我的理由是说，我就算要用，我也得有这样的时间去准备去整理嘛。好，那我就给你这样的时间。那如果到时候没有，或者你这当中你就已经决定不要了，那大概随时就停了。好，谢谢县长哈。那希望县长在这个仅有的2-3年了哈，他如果这个期限的哈，除了我在想，除了这个垃圾减量跟这个资源回收的分类哈，更加清楚这个积极的作为跟要宣导之外，可能也考验着处长这个县长您再一次的这个处理垃圾，看什么活化掩埋场的努力的，对思考了，好吧？是，我们多方面在努力。好，谢谢县长，这样子说。本席第二个这个问题哈，我们刚才都看到，因为这个字比较小，所以我请各位组长我念一个
就是台东观光的走向。第一个不是复制，而是创新与活化观光资源。第二个，运动观光、休闲观光、产业观光等多面向的结合。这两项哈，不是用来这个提醒县政府，而是本席觉得县政府现在的方向跟本席所提出来的台东未来的观光走向是不谋而合的啊，这是一定的。而且在台东目前来讲就是现代进行式。我讲到这个创新跟文化活化资源啊，本席从上次的这个报章报道，我们台东县也推出全国第一个智慧导游的这个 APP 的这个导游的旅游的导游的方式啊，这个都是创新跟活化的观光资源。那运动观光、休闲观光更不用提，在之前的全中义、全大义县长带来了这么多的人潮啊。那我们先暂时打住这个话题了啊，我们就以复制的啊。那请教管理处处长，处长，这个是本席哦，前几天从一个新闻杂志所看到一个记者，跟旁边的一个背包客一个谈话哈，那本席特别摘录下来，他说现在的台湾观光剩什么？他本来的是写哦，台湾的观光哈，只剩下吊桥、缆车，还有一个就是夜市。但是本席把这个缆车的因素去掉，就是吊桥、文创园区，还有这个夜市。因为现在每一个县市都强调文创园区，一个文创的巷弄啊，哈，还有你看，包括吊桥，从最早的这个南投的那个吊桥，到屏东三地门的琉璃吊桥，听说现在桃园还要做一个全台湾最长的吊桥，那我们吊桥就走不完了啊。那还有一个夜市，对不对？那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 copy 啊，这复制的意思啊，在电脑上是复制张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其他县市的观光的资源来复制在台东的观光发展上，好，这个是我想比较的那个说明的意义啦哈。那但是复制不是不好，但是要注入新的地方的元素，这个处长你认同了哈？认同这篇报道我有看到。对，那处长还好，我们热气球哈也是被人家复制的。你看那个南投啦、高雄、花莲，甚至听说今年桃园也要用这个气球。我上次有讲过，跟县长说明了，将来台湾的这上空都不是飞机，全部都是热气球跑来跑去的。但是热气球的发展它有一定的脉络性哦，所以也不是说当下就可以发展的好了。那处长，我想请教你，本县的这个观光的优势在哪里？那不利的弱势又在哪里？你能说明一下吗？我想我们的最大的优势哈，除了我们的天然的一个资源以外，我们还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文化了哈。那包括我们有非常多元的族群的文化，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资产哈。那所以说，在我们的整个的旅游的包装，就像议员讲，因为我们的自然的条件跟我们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行程的规划都会含到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体验的行销的部分，就让游客来能够亲身能够体验，不管是产业方面的还是文化方面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有别于其他县市，我们自己在做我们自己的一条路。那当然有提到的热气球的部分哈，那天也有讲到啦，就是大概也有讲到桃园今年也要办热气球的一个活动，不过我知道桃园它大概只有两个礼拜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一共四天啦，那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热气球来比拟啦。我想这个是我们台东已经走出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啦，这讲到热气球大概知道的就是台东应该是没有其他的县市可以比得上。好，谢谢处长的说明啊，处长请坐。所以本席跟县长跟所有的这个局处室主管就说明是那个独特性的观光的非常重要那你复制可以，但是你要发展自己的地方特色，你要独特性，而且你要有一连贯，而不是跟着人家一起跑去做吊桥跑去干嘛这个是不对的那可见的本县在这个运动观光跟休闲观光、产业观光这个多面向的结合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利基。我刚才听了很多议员在讲520之后陆客不来冲击很大，但我们每一个县市就是要
就尤其是在我们台东是属于观光的县市，我们就是要先去了解，而且要降低陆客不来对本县的冲击，那我们就要发展很多观光啊。在此这个主题之前啊，我要问问几个首长，我要问看一两个首长知不知道啊，那个农业处处长叶总，您知道 PM2.5 是什么意思吗？啊，你知道那个 PM2.5 是什么意思？哦，那空气的品质，嘿，空气的品质啊，还不够精细啦。是，请坐。那教育处长，算您知道吗 ？PM2.5， 应该是空气的微浮旋力的那个比值吧。哦、处长好像有比较研究啊，算答对了啊，请坐。县长，我想请教县长，这样我在您的那个施政报告里面有看到，是。那从报告上也看到，而且县长在全中立的开幕式有讲到啊。PM2.5 是属于细空气中细悬浮微粒啊，这个是现在全球化的问题，因为一个观光城市啊，它最面临最大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不利的条件是空气这个里面的细悬浮浮力。但是听说经过环保局的这个环保署的这个，是我们台东县一直是在标准值之内，是全台湾第一个嘛，哈，是。那本席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应该说唯一一个。唯一的一个好事，那本席该提到运动观光，所以这个细悬浮浮力，因为它牵扯到运动员哦，尤其是观光客一个心肺功能哦，尤其是呼吸道的功能哦，所以本县哈就会跟本席就觉得说，哎，县长，您推动这个铁人，推动这个呼吸量大的运动哦，在台东县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取向，而且我们都知道这样。这个县长的施政报告里面，好像在今年的铁人三项比赛就有七场，大型的就有7场。是。那么本席这边重点就是说，所谓的运动观光结合，其实县长已经做得很彻底了。那有没有机会将来在台东县，现在应该也是一个导向啊，就是有一个带状春夏秋冬的，因为我们知道铁人三项所面临到的气候温度跟湿度都不一样。对。而且容易造成热衰竭，所以我们尽量不把铁人三项安排在夏天日正当中的时候办理了，尽可能春秋了。对，所以就台东而言，就气候而言，就这个悬浮为例，这个空气品质而言，那县长你可以设计一连串的一个带状的一个，是，比如说长路跑、马拉松，就可以比台东还要。就像县长有热气球，有这个。长跑的运动哈，是，还有县长林英日推的国际铁人三项，还有这个国际冲浪，是，那冲浪就可以放夏天啊，你不就放秋天或夏天嘛哈？夏天的浪比较平，夏天的浪比较平，挑战性不够，反正是秋冬的浪比较大嘛，是，所以县长对这样一系列带状的这个运动观光有什么更好的想法？谢谢议员，我想您刚刚提到怎么样因应陆客减少以后对台东的冲击。其实这一点呢、哦，我们从2年前大概就锁定目标，就是要拓展我们的国际观光客，把这个部分的比重可以增加。尤其是你如果吸引得到国际观光客，表示你这个地方的整个旅游的品质是被看见、被肯定的。哦，那国际观光客愿意来，那挑的不会是很 low 的那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也要给自己一个这样的目标，说我把我的服务、我的环境、我的这些旅游的这个套装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啊，友善英语、友善的环境的建制，那这样子让国际观光客来，他回去建立口碑，然后大家都愿意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持续要去努力的方向。假设陆客的这一块减得更快，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要赶快有其他的客源来把这个部分把它补起来。我们也看到过去这一两年从香港来的增加了、哦、很明显的增加、哦、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都是有比较有潜力，对我们来讲还有日本、哦、这个观光客都是我们想争取的。那我们想争取这些国际观光客，你的切入点在哪里？就是我觉得运动休闲观光，这个是台东的很好的一个切入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办了几年的活动，这个也都已经成气候了、哦、口碑也都不错，但是我们更想要再进一步，就是真正把它包装成一个产品、拿到国外去行销。举例来讲，我们现在跟日本的一些城市有在交流，
如果我们下一次到那个城市去，我们就在那边办一个推介会，推荐什么东西？除了台中好山好水，那个好像有时候对一些客人来讲，哦，啊，去看来说在足济啊，好山好水很多地方。但是我如果直接去讲，就说在这里哦，我有国际级最好的铁人三项比赛，或者我最好的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啊，哦，那一群人组团，就是真的为了这个比赛来到我们这里。那他只要在那边负责报名，然后来到这里哈，哦，我们食衣住行比赛什么全部都规划好，啊，这个对，很具体的产品，很也是最大的这个效益了哈，哦。那个刚才听县长刚讲哈，本身要想到前几天报文新闻报载哈，事实上很多观光环境呢，有时候是逆势操作的哈。其实我们不要觉得陆客不来，反而是冲击很大。当然它的影响度一定有了。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到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台东的金轮温泉，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数据哈，都是那个屏东、高雄来的坐火车哈，来坐火车特别的，现在那个金轮温泉禁止陆客进来，反正他们很开心哎，反而进去泡温泉的人数不降反增。对，这个每一个地方的观光的特性都不太一样嘛哈，每一个国人对旅游的品质的认同也不一样哈，这是本席该所认同。说那个县长你讲的话，但是本席想跟县长建议的就是说哈，因为铁人三项，不管是铁人三项，不管是国际冲浪，不管是休闲运动的这个休闲观光产业的热气球，不管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长跑，路跑，对，那我们也知道刚才县长你讲说七项的铁人赛哈，但是因为这些比赛哈，因为过于集中，过于密集，所以我希望县长能够是不是责成我们的这个处事哦，能够加以的总量管制，或者是把季节性给它区隔开来，让这个甚至哈，哦，一年四季，或者是每个月都像全中运、全大运的时候这么多的观光客来，你不好像你听得懂意思？因为这个路跑哈，哦，不管是路跑，不管是国际冲浪，不管是这个热气球，还有这铁人三项，它牵扯社会成本都很多，包括道路的使用、警力的控制、消防防护人员的调动。甚至我听说哈，这个铁人三项有时候还要调动我们教育界的人员，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因为他们比较了解运动的规则，来调动用公价的方式。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而且听说我们的铁人三项报名费还不便宜啊，有那4500、3000的哈。那是不是现在有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这样看，每次县府都是在协办或者是合办的单位哈。那将来是不是县府能够主导？或者是能够把这个运动板块的拼凑起来，现在有没有这可能？我们叶，你真的内行啊哈，哦！我们除了自己办的，比方说是全中运的铁人三项的那个比赛哦，我们才需要动员一些我们的这人力之外，其他的比赛只要是民间的，其实那个志工人力他们要自己去准备，而且我们现在都跟这些主办单位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警察同仁只有在关键的交通要管制的地方去帮忙啊，那个因为牵涉到公权力的执行，其他的地方要由他们的志工自己来啊。那你说怎么样把它配置的更啊均匀一点？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如果台东有一天啊发展到就是到处都想来台东办这个比赛，这个要吸我们的没有 PM2.5 的空气，要享受我们最好的环境，我觉得台东也得去做这样的调整适应，也许这个就为我们走出一条路来，全世界最好的。就像其实本席想跟像讲的就是说，这个检核比赛的单就是主办单位的这个前部的前置作业就很重要了哈，还是像您讲的一样，我要调动这么多的人，但是这个民间在举办这个活动，有可能是以利益为导向的。那所以，我们这个消防安全的啊，或警察人员在执勤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个也要他有相当的付费嘛？对对 对, 对，这个是，甚至于要这样。本席坚持这个付费嘛？啊，没有错。那没有错。在这边我就谢谢县长，县长先请坐。好，我们这个观光旅游的问题都到此打住哈。那接下来。本席想面对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哈，520之后520之前，转型正义这四个字充满着各大的报章杂志，
所谓的转型正义，就是在过去政府在威权统治之下所对人民所对财产所做的伤害，现在想做一个弥补，想做一个修正，要将过去不平等的待遇回馈于来人民嘛。所以造成了很多不管是对党派的啦，或者是对什么团体啦，或者对什么一些的就用这个来做口号了。那本席想知道原民处处长，您觉得在520的蔡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改善原住民所受的待遇，让原住民更有尊严，公平正义要落在原住民的身上，并且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努力全部推动原住民的转型正义。现在这个转型正义是最夯的问题，那本席想听听看，跟你讨论看看，处长，你认为这个答案没有对错哈？你认为现在原住民最需要的转型正义是什么？请处长回答。跟你报告哦，其实我自己认为的转型正义哦，其实从民国85年12月原民会开始成立之后，这是第一个对原住民的一个最高的行政机关，这也是一个转型正义的开始哦。那当然后面的土地征划编开始有土地征划编的时候，其实也是对土地的一个转型正义。那当然以我自己的观点来看，比如说是真相或是和解委员会。在我来讲，这个需要很冗长时间，还要再去调查，还要再去查出真相。那以我自己的观点来看，我是觉得像目前3月1号送进立法院的土海法草案，还有之后还要再送进去的原住民自治法草案，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把任何一些变成法制化，不会因为政党的轮替的转变而改变，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我们真正才有保障的。这我认为这才是真正对我们有其实事实上，转型正义对原住民而言，不应该党派的更换或者是执政的更换而有所减少或改变。这个本席非常认同你们的说法哈。但是本席遗憾的在5月23号新闻得知哈，立法院所推出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就是中央的立法院哈，把这个原住民哈不纳入进去哈。本席想担心的是说，一个牵扯到原住民这么多历史事件的一个真相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法源的依据来推动原住民的转型正义，那这个是空谈。把原住民转型正义推给真相和解委员会，再由真相和解委员会调查过去原住民所受的不平等待遇，然后再授给原民会，这不是跟以前都一样吗？没有法源的依据条件啊，不然没有什么转型的可言啊。所以本席认为跟你一样，第一个土地跟财产的争议，就刚才你讲的一样，土地的这个征划编保留地，还有国有林地，这个所有权人中华民国的这个赔偿，或者是第二个本席常常跟你提醒的，不是尊重，而是要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事实上，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就包含介绍所有原住民的应该有的人权、文化主权跟土地领域。只是这个政府不愿意在面对所有行政体制的时候，通常把原住民的权益做一个牺牲。第三个，找回原住民独特的教育跟文化权。因此本席很乐意听到您对转型正义的认清虽然这个有很多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未来有很多都是要中央来制定法律或改善的，但是身为一个原民处处长，应该要有这个观念这个处长你请坐。我想那个请教于县长，我在总咨询前我们的处长带领原住民几个议员到原住民文创园区是，那处长也很用心说明了文创园区将来后的规划跟这个设置这个也是县长一直非常看重的，这个就是台企是那个旧站那个是，县长以后这个原住民的创作园区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蓝图跟想法？那请向说明。好，报告议员，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刚刚的看法其实针对原住民这个部分的转型争议，只要我们能够落实原基法，其实我认为应该大部分绝大多数应该就解决。今天如果说台湾的社会里面
原住民还是弱势的部分，那个我们去探究为什么他还是弱势的话，可能是弱势在经济这个面向啊、哦。原住民的基因也不会比汉人差，原住民在享受的所有公民的权利也全部都有，为什么今天还会社会认为说就是特别要去保护的这一块，就是在经济这个面向。所以我一直希望可以从经济的部分来改善我们台东的原住民同胞。那你要帮助他在经济，当然层面很多啦，你创造就业啦，制造产业啦，可是我特别觉得说针对他们的优势的部分来做，针对他们的优势部分来做，那就是比方说我们今年办的原住民的乐舞竞赛，我们开始有意识就是说，哎，那我们培养这些有条件的，我们开始栽培他啊、哦，然后可是栽培到最后是要给他有舞台，给他有收入，那个才算啊。哎，跳一跳很开心，接下来什么都没有，那种的其实已经太多了。一样，如果有创作的才华、工艺品也好，各方面哦。我们在那边设计的齁、哦、是有陶烧的、木工的、染布的齁、哦、这个很多齁、哦、大概都有齁、哦、那我们希望将来就是说有才华的这些我们原住民为主齁、哦、的这些创作者或者艺术家能够进驻到那个地方研发创作，然后把他的产品齁、哦、也透过我们网络的平台也好，透过我们实体的在我们的旧火车站对面的那个原住民文创聚落的那个地方能够销售出来，那这个过程让更多的人他愿意去投入到设计生产创作，然后真的有收入，而不是这个 三天打鱼一个礼拜晒网这样的情况，有一餐没一餐的。我们希望有固定常态性的、哦、透过实体的，透过网络这样的管道，多面向的去销售，当然它本身的产品必须要经得起消费者的检验。好，这个也很重要。好，谢谢县长说明哈。县长请坐。处长，原民处长，您刚有听到县长的说明了哈。我希望原民处的步调跟原民处的方向跟县长是一致的。那你看县长有讲过，希望结合所有的原住民的创作人才，再来生产原住民该属有的经济的产业。那这个你要挖掘原住民人才就很重要，是。所以处长你要勤下部落去找台东县，不管在哪一个文艺创作的一个原住民人才，甚至透过网络的平台，透过媒体来找寻全台湾的这个原住民的艺术工作者来这边来做交流，是，或者来做创作，这个是你原民处该有的独特的一个工作的任务，是不用是这个各局出事啊都不能左右你的，你要坚持这个原则，好吧，是吧？好，请坐。好，最后一个就是本市长面对的这个面向的问题啊，还是要请教我们县长啊，对啊，这个我从本市从你的这个施政报告里面看到啊，对啊，我们有一个叫做幸福住宅，那有一个叫做社会住宅。我请教县长，这个区别在哪里？是，幸福住宅是要卖的，社会住宅只要租而已，租而已，哎，只有出租而已。那我想请教县长，就是说所谓就是一个是租，一个是出售的，哎，那我们就以幸福住宅来为例哈，我们看到幸福住宅条例里面有很多，有针对这个环境比较这个经济能力比较薄弱的哈，是，那还有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差的，我们希望都能够争取到这个到幸福住宅，给他们一个安心的家园啊。但是现在，我现在本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申请的这个条件，帮他进到了跟银行在贷款的讲的这个陈述的时候，说啊，你有打工会探亲探冷房，我那可能贷好利安的哈。这个问题，创您向您，嘿，所以叶院你问的没有错。我们这个是帮忙，基本上哦，收入在中间点以下，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福利。如果是他是收入根本低到是需要我们用社会福利系统再去帮忙他的低收、中低收那些，他就不会是在这个范围的，因为没错啊，
他要去买房子，他要去贷款，他还牵涉到银行的这个还要偿债偿还的这个能力，这个都要具备的，所以他是必须要针对这一个特别的区块的族群来设计的。我们确实有跟银行访谈，很多家的银行也去为这些未来可能的买主去争取到最好最好最优惠的利率，啊，这个是有的。是啊，那个我在局长，等一下我再跟县长说明一下哈。那个我局长，等一下我再跟县长说明一下。那个像我的意思说哈，当他有这个幸福住宅的条例出来的时候，这个幸福住宅的这个案子推出来的时候，当然我们是需要有需要的人嘛哈。对，我的意思是说，当有需要的人去面对现贷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更开阔的条件跟银行来谈判？比如说像青年首次购物贷款30年啊，或者40年啊，或者用更低的还这个条件啊，这个是要现场说明还是处长你急着要说明？向你请坐。跟叶报告有关这个部分，当我们在推这个条例的时候，我就去拜访过所有的银行哦。那也有银行已经有报价了，如果他适用所谓的青年购物贷或其他更优惠的条例的部分，我们当然会辅导他去朝那个部分来走。如果没有这些的部分哦，我们已经有行库哦，那答应我们他们愿意来承贷，而且只要他的信用是没有问题的，他的成数一定会在7%到8%之间。那第二个，他的贷款的利率在 1.6 几左右哦，所以他的利率基本上已经算很，就算我们一般去贷款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利率哦。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继续来争取。那正式的利率我们会因为我们希望这些要更低啊，还会再公开来，那是这目前我们掌握到的利率。错，你还是要努力了哈，这是县长第一个推起的这个幸福住宅哈，你还是要能够尽量符合县民的需求。应该的哈，庄请坐，县长。因为我就补充一句就好哈，这个案子的精神，真正的精神是在帮助那些现在外面买房子可能会稍微辛苦一点。那所以我们用县府的资源让他比较有机会买得到。负担不会那么大，买得起。那其实这个才是关键。我就是说意思说跟银行谈判的空间能够再缩短一点，对，帮县民。对，这个我们绝对会再努力。这样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这个主题，我想请教县长啊。您的这个施政报告里面有讲到一个，我前几天本席在脸书上面也看到你专门在播这个啊，所谓的繁荣家园贷款，又是贷款啊，是，但是好像就是进度好像1亿多了啊，快要贷了1亿多了吧啊。对，本席旁边有很多年轻人啊，都在问本席这个问题啊，都是在询问这个问题。可见，县长您对推了这个方案，对台中县的一个整体的经济的刺激，对年轻人的创业，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创业，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诱因啊，而且大家都好像很热烈的参与啊。是，那县府的补贴利息的支出好像也不大，不到100万吧，不到100万，所以这个效益将来会慢慢的能够展现出来，在这些中年或者是年轻人的身上，对县府的这个关怀感受到这个被关心了啊。那这样有没有再有第二期的打算？因为我们旁边有很多都在问了。对，那其实我事实上我是不太了解的，因为如果搞不好我是旁边的，我也搞不好去贷款，就是说议员不能贷款的啊。他是想说其他的有需要的年轻人，这样太多了。是，那现在有没有第二期推出？有，我们现在已经在正式在推第二期了，而且第二期我们还把一个项目加进去，就是说你如果要在你的屋顶做太阳能，那个装置啊，太阳能装置一开始你装置需要钱，你也可以用这笔贷款来带来，然后装了以后，你把电发电以后，除了自己用，你卖给台电哦，所以你最后来是可以回收的。我这个好，再跟县长讲啊，本席就有一位朋友哈，就是年轻人啊，他就从台北找到一个小型的风力发电，但是他这个风力发电只是在台中县没有测试，没有得到这个风力的正确的一个测试的数据，到底风力能不能支持发电？就像你讲的一样，用光能发电，然后把剩余的电啊回馈卖回给台电嘛哈，是。像这样的一个贷款，就是说，县长，我也从你这边看到有光电类的嘛，哈，是有光电。那还有这个对比，我看到有服装啊，有都可以哈。其实哈，他只要送件，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审查。那好处就是在不用担保，然后又利息我们又补贴，
哦，所以前三年几乎是没有利息一样哦。那所以真的是，而且他不限制说你贷了我这个，你就不能去参加其他的清创贷款啊，什么都可以哦。那结合起来，实际上这真的可以为很多年轻人提供那第一桶金，或者是说他希望他的产品或者销售再升级的一个资金的来源。所以我觉得这不管是幸福住宅，不管是我们这个繁荣家庭贷款，都是我们在政策上面在做一些调整。我们过去可能很注重整个怎么样把台中的产业带动起来，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就是说台中发展起来以后，希望这个机会给更多人来参与。那有年轻人觉得说有机会啦，但是他可能缺那第一间房子，或者缺那个第一笔资金，那我们就用政府的资源来协助，好，那这个效果很好。像你的利益非常好，但是那个什么，从那个本协这边跟像建议，就是说是像你要把这个讯息再广为这个啦，还是你怕那个真贷的人数太多？不会不会，应该是要广为通知，但是因为从我们周遭环境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知道这个是一个讯息爆炸的时代，對對對，可是你真的就是很难，有时候。而且我要提醒民兵处处长，处长部落里面很多年轻人在问哦，所以这个东西你是不是也要帮县长好在部落里面多多的推？我们再来努力。是，好，向请坐，处长请坐。以上咨询哦，谢谢我们县府的县长，我们跟所有的团队哦，谢谢大家主席。好，谢谢林崇汉林演对原住民的议题这么关心。我们接下来请吴秀华吴演总执行，时间40分钟。谢谢大会主席议会的同仁县长县府的一级主管，还有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好。首先要请教县长县长秀华一向非常敬重您，是我在政坛的前辈那在您这六年来的施政的确也得到了绝大多数朋友的肯定，那秀华对您表示非常大的这个肯定但是呢，因为今天是县政总质询我们当然是要就一些就是我们觉得可以再来做检讨，可以再来改进的地方，那提出来和县长您做讨论，那也希望县长呢可以虚心的来接受，那如果有不符合您的期待的地方，也请您不要动怒。好，那首先县长，我们先来谈这个第一点是环保政策的这一件事情是。那县长，我想请教您您对于我们本县的这个环保政策，还有我们所现在目前我们所执行的这个绩效您大概给我们自己县内打了几分的分数呢？跟议员报告，我们这几年有比较认真在真正面对环保的问题。我觉得台东过去因为天然的资源太好了，人口又少所以我们有觉得说我们反正环境就是这么好，有一点好像这个就是不用努力就自然得来的。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更重视怎么样让它永续的经营，所以这几年我们有做一些努力。是，但是我觉得台东在这个上面还有更多的空间，还有进步的空间那你打了及格的分数吗？如果以这几年来看，我觉得不止及格了，不及格，我们做的其实超过了。好，但是我就说以我们资源回收率来讲好了，其实我们这几年进步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低于全国平均。还是不够，对不对？对，所以我就不能在这一方面，我就不能再给您太大的这个恭维了因为事实上，我们根据这个前几天的新闻报道，知道我们台东目前我们的资源回收率是38.45%，对，这个数据您知道，那你知道是全省的最后一名，敬佩莫作，我想这个数据您应该知道。那相较于第一名的56%，整整将近差了20%，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据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那县长，您在平时在我们的主管汇报也好，或者呢是在外面的公开场合，在很多的会议上您呢都会觉得非常自豪的说我们县政府授奖很多甚至我们的施政报告里面也写到
各个局处受奖无数，我觉得这是您觉得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了啊。但是呢，在这个背后，县长，你有没有去思考过？我们去参加的比赛，他参加的县市有几个？那他参加的部分，如果比如说是乙组、丙组的第一名，那有需要这么的开心吗？就举环保局的这个例子来讲好了啦啊，你施政报告里面，就你这一次的施政报告里面有写到啊，我们获得了环保署资源回收的考核金质奖。那相较于说我们回收率是全省的最后一名，这样比较起来似乎非常的突兀了啊。不会啊，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在进步，而且进步的幅度是被肯定的。我知道你们在进步，但是有没有更多的空间？有，这是两件事嘛。是，县长，但是您要可能您没有听说了啊。其实有很多科室主管啊，很多局处是为了迎合您的喜好，很多又把这个奖项又再细分一次。那我觉得县长对我说：“您不要动怒啊，鼓舞士气啊，是这个提高效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我绝对相信，我也非常的赞同。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沉浸在这种虚无的这种喜悦当中，有时候会变成夜郎自大。我觉得我们没有这样子。好，现在我们提出来了啊，那您可以参考。我也要跟你说明，我们不会这样子。是，好，我们那。”他也给同仁肯定的肯定，是，但是这个我赞成，肯定是需要的。同时我们在要求的，我们持续在要求啊。好的，我希望县长可以继续要求。对，我希望县长可以继续要求我们的科室主管呢，不要流于一种形式，就是只是为了要让上级开心啊，为了要让您看到有很多的奖项啊。那好，再来我们回归到这个垃圾的问题了啊，我们再转回来正题。吴演说，不好意思，我可以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好。所以吴演你可能刚才有误解哈，我想说明一下，我们那个资源回收的考核工作这个分组是环保署分组的，是它分了一个三组。对，可能你们这是进步的最多的。我跟叶报告一下，让我补充一分钟就可以跟你说清楚一下。因为我们台东的这个组别，是因为我们的地理环境非常狭长，这个资源回收推动的非常不容易，是，所以说这个环保署对我们给我们颁的金质奖是我们那一组的首奖。是，因为就是还给我们170几万的一个奖励金，是，所以说我们这个资源回收方面，我们是受到肯定的。我也相信你们这个不能跟努力了啊，我这当然不能以全国平均值来比啦。是，因为像台北市，它是个封闭的，它谁在征收？所以他要对这个资源收益的提升是非常容易的。这个问题我稍后会再跟您继续讨论到，就关于资源回收的问题。好的，谢谢局长您的补充说明啊。那我今天也不是特别针对您，您不要特别紧张啊。我补充说明。好的，好的，谢谢局长，来您请坐啊。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垃圾处理的问题啊，县长。那我们知道现在高雄市已经确定了每天要帮我们收60吨的垃圾，50吨啊。好，那但是我们现在处理的费用相对的还是算高的，对不对？是。而且如果说刚刚也有议员谈到这个问题，是如果高雄市议会又有不一样的声音，有可能是不是我们虽说停就停，有可能他又随时给我们停收了。 是那县长，所以我还是想听听那关于垃圾问题您的未来的作为，您的看法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两部分啊。第一个就是比较长远的来看，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是自己有十足能够掌控处理的这样的方案。你要这个方案是什么？你要靠这个方案是什么？你要靠人家这边帮忙，那个都是在近期内短期之间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是，那比较长远的，如果我们的现在尝试的这个活化掩埋场，旧的翻出来重新再分类，然后腾出空间让新的垃圾进去，这一套方法，如果我们第一个要在建隆做嘛，是，如果那个成效好，开始我们移到关山其他地方轮着去做活化，也许这是环保局长提的这个方案嘛，对不对？也许这个方法可以帮我们解决未来5到10年的问题。 是那这个成本会不会过高？就是说你在活化这个掩埋场，会不会再衍生出二次的污染，水质或是土壤的污染，或者说处理的费用会不会过高？其实
其实它的成本哦不会比现在我们运到外县市去烧还高了，我们会把它控制在这个以下。是啊、哦，所以这是您可行的一个方案嘛？啊、哦，这个是我们在尝试的一个方案，是但是同时我们没有办法排除评估我们自己有的这个文化厂用的可行性。我讲的是评估这样的一个可行性，因为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就决定绝对不用它啊，高雄第一个马上停了，第二个环保署现在补助我们每年一点多亿的那16亿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还清的那得大概也停了啊。我们啊，其实事实上来讲，那个也是一个可能的方案之一，所以我们也都不能够排除，所以朝多面向去走。是。那持续的减量分类也非常的重要。是，对，所以我们等于有三个面向嘛，啊，就是说，我们继续活化我们旧有的这个掩埋场，那焚化厂的部分，我们还是要继续让它是备而不用的状态。再来就是资源回收的问题。那我今天呢，还是要跟你讨论的，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大力推动的这个资源回收啊。那像是新北市还有台北市，他们目前成效都非常的好啊。那我看到了他们有做了非常多的面向，都是可以值得我们台东县来做参考的呢。那我在这里也提出来给县长做参考，您也听听看啊。像是现在台北市他们已经实行了10多年的这个垃圾费随袋征收，还有随机去破袋啊，就是去检查，然后劝导或是开罚这些没有配合的民众。那另外他们有成立一个叫做黄金资收站哦，就是他回收来的所有的资源哦，他可以让我们所有的里民去共享这个回收的这个成果。还有呢，就是他们是全面机关学校都是禁用免洗餐具的。另外推行了这个环保袋啊，这个 rebag 代代相传的这个平台，我觉得这也都非常的好，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政策在目前呢我们台东都还没有开始做的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来参考的。当然我知道县内的公家机关是不是在上个月已经开始推行了这个用透明的这个垃圾袋，对不对？是吗？是那个跟你报告，这个从4月1号开始。4月1号。那我再补充一下，像刚才议员所指教的那个黄金支收站这个部分。局长，你先让我讲完，你先让我讲完啊、哦！来，我待会有时间让你们做解释。就是我刚刚提的这几个方案，就像您刚刚讲的透明垃圾袋，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开始。至少我们台东县跨出了第一步了啊、哦！那慢慢的，我们可以慢慢想办法来推广到民间，让民众来接受。就像我觉得有一些政策就是刚开始一定会受到阻力，就像我们以前在推行垃圾不落地的时候，也是经历过一番很大的革命啊。所以很多事情是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所以我还是鼓励我们就是县长尽可能的我们来推动，一步一步来，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民众的素质是一直一直在提升的。好，那现在局长还是县长可以说说您的想法。我先这个原则性的啊，就是垃圾减量这个议题是我们绝对要持续去推动的。不管是什么方法，只要是好的方法，只要是适用在台东的方法，我们就来做，啊，就是这样。那这个需要全民配合，啊，台东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宣导教育这个上面，其实也比较落后，我们需要再跟上来。资源回收哦，我们有很多很多台东的垃圾是农业的垃圾，那种的其实不容易去做到资源回收，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比例也会稍微低一点的原因，很重要的原因。你是说像是农业的这个废弃物之类的，像农药罐，农药罐，跟议员报告一下，我要补充一下哈，就刚才议员都指教的这个黄金之资源回收站，是这部分我们也跟环保署最近争取到了5个，就叫做幸福资源回收站，是，那我们会在5个乡镇做，啊，就31号我们会把乡镇就去推看嘛，有试着去做看。第二件事情是破袋稽查，其实我们在执行的，我们去年就执行了，是，那今年度我们执行到现在有4000多件。是4000多件，那这个合格差不多2900多件，这个成效还蛮不错。那我们对那个合格的民众会给他绿币，给他那个兑换我们的那个
宣导品，就是有所回馈嘛，啊，就是鼓励方式，鼓励他们，我们用鼓励方式，我们不用惩罚方式，用鼓励方式，这个反应非常好。好，欸，那就是总之，我就是希望说，对的事情，我们公部门就勇敢去推，勇敢去做了哈。好的，那我们环保的议题先讲到这里，谢谢局长，谢谢你请坐。嗯，县长，接下来我们再探讨第二个问题哦，就是关于这个公有土地 BOT 的案子啦啊。那我一向真的对县长您非常的敬重，我觉得您的布局跟思维其实都是非常宏观的啊，像是这个秀泰影城，还有我们旧税捐区的这个 BOT 案，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以往的前几任的县长不敢做的，但是您去做了，所以我觉得您是非常棒的啊。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请教您一个问题啦啊，就是关于这个我在临时就是单位质询的时候也有提到的啊，就是我们在市公所周边啊，这些旧的单位对搬迁之后呢，这些空地您目前是做什么样的规划？因为我在单位质询的时候已经请教过卢处长，那卢处长是跟我回答说目前是没有规划的啦啊，但是我来讲，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因为我觉得县长您在做事情一定是深思熟虑的，不可能说您有了一个方案啊，你解决了一个问题，然后你另外一个问题衍生出来，而您却没有备案哦，我觉得这个不太像是您做事情的方式啊，所以我想听听看您的看法。也应该这样说，市公所周边哦，现在实际上迁出去的哦，或者应该说准备迁出去的，就是我们的户政事务所吧。户政还有台东分局不是吗？还有台东分局了，这两个是比较定案的，因为这两个是县府的单位嘛，是。那市公所跟代表会，他们得由他们去决定。假设他们迁出了，那再加上我们旁边把我们旧的宿舍也清理出来的话，那一个非常完整的街廓，就是可以把它从机关用地跟住宅一部分的住宅我们把它透过都市计划的变更，让它转型可以使用的功能更大的，比方说商业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区块。那像这个区块正好又连接我们的现在的魅力据点、铁花聚落、铁花村这一系列的一整块，所以就可以让那边的商圈的格局可以更大。好，这个是我们整个的构想。可是它有没有办法，或者什么时候可以落实？那个牵涉到公所跟代表会，是，所以很难在这个时候就去做很细的规划。所以你还是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嘛，是的，对不对？是的，当然。那处长，你没有掌握到县长的这个思维哦。谢谢你。好，那我再继续请教这个县长啊。那目前在您的想法里面哦，我们台东目前还有多少笔土地，您是想要用 BOT 的方式来做开发的？目前在规划之内，在您的任期之内。根源报告其实是不是 BOT， 是设定地上权，是设定地上权，就是说给他使用像这个旧的税捐处那样子，好，50年或70年的这样子。我们目前在进行的是台东县政府后方跟这个博爱路跟到博爱路中间有一个以前都是我们的破旧的宿舍，现在整个已经清理出来了那块我看到好像有公告了，是是已经公告了是。另外一个是在法院地方法院的旁边，一直到强国街是四维路那边有一整个区块，那里也是要做地上权的设计。是因为其实这两个地方以前都不只是被低度利用，甚至于是杂乱闲置的空间，是，所以你现在要做规划了嘛？现在已经把它规划。但是县长，您这个地上权的设定刚听你讲，一设定都是50年。70年，是这个时间会不会太长了你想想看50年70年是要历任十几任的县长，如果说这往后十几任的县长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到时候但是都市计划变更都已经设定好了，那他们要怎么样来做改变？县长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议员是，那如果是这样想这么多的话，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做了？对，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讲，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讲。你如果没有给他到50年哈，没有人会愿意来，因为就是一定要50年以上才有办法达到这个经济效益，吸引这个投资的效益嘛。50年我们都没有把握，是不是有人会来？好的，而且这个不是我们自创的，是，其实到处都是。
是，好的。那既然设定的时间要这么长的话，那所以我要啊在这里跟县长您再做沟通哦，希望您和您的团队在做这样的地上权设定的时候，可以更谨慎一些，更啊谨慎来做评估，好不好？因为这个是长长久久影响到整个台东县的这个未来，好不好？好，那这是第二点要跟县长您做讨论的啊。再来呢，下一个议题是要跟县长讨论到的，就是我们520之后的这个整个状况了啊。新政府上任之后，因为这个两岸政策的这个关系不是非常的明确，那最直接影响的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陆客不来了，减少了。第二个就是我们台湾这个外销到大陆的农渔牧产品啊，都受到了影响。而且非常不巧的，我们台东就是观光大县、农业大县，直接冲击到的啊，我们是受害最深的啊。其实在我如果县长您记得我上次的定期会啊，我就已经跟您提到这个问题了。有可能政权更替了之后，我们这些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不晓得县长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备案呢？像我最近跟旅宿业者在聊天呢，他们真的影响非常的大。现在同期的订单跟去年已经掉了50%。那我们家附近有非常多的民宿哦，这些民宿业者真的是叫苦连天。为什么？他们现在只有周末可以接得到单，还有几间他们已经申请歇业，暂时歇业。我觉得整个状况是非常惨的啦啊。那而且我在想，我们短期间之内如果政策不改变的话，我们很难找到这么大量的旅客来弥补这个陆客的缺口。那就县长您来讲啊，对我们台东县的这个观光客来讲，这个您的备案是什么？您的方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跟想法？我觉得我必须跟议员承认了，就这样的事情我并没有特效药啊，说我做哪一件事情就我可以把这个100万、200万人次的游客就补满这样。我承认哦，我没有这样的特效药。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央的政策是这么样的重大，影响这么的重大，有时候那个超过我们地方政府要去反应，要去怎么样去回应，是这样的心声，你应该要上传上去吧？哦，这个应该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乃至于到这个上任之前，都谈论的很多啦。我觉得他们都知道，我觉得他们都知道啊。那我想就看他们怎么样有这样的智慧去应对。在地方这个层级，我其实老早就希望让我们的观光客更多角化、更多元化的经营，对啊，尤其台东这么有条件吸引国际观光客，希望这一块的可以扩充。所以这几年其实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在这里啊，怎么样让台东跟国际更多的连结，更国际化，真正实质吸引到国际观光客啊。那可是这个那个挑战难度是其实是更高的，不止你本身的条件要够啊，那个直航的连外的交通啊有没有能够到位啊，然后你的整个自己的英语或日语的友善环境的建构需要时间。那我觉得这个是台东一个很重要的转型。假设我们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危机，然后把它变成转机，把它当作说现在大家知道了齁，以前要跟他讲说来上英语课不用啊，我行李做到后谁后谁我那努力撩时间给你上英语课。也许现在知道说的确我们要有未雨绸缪，现在不是未雨绸缪了，现在是真的已经面对到了。是。那将来我们怎么样把自己也调整得更好，然后去让更多的国际观光客愿意来台东，然后可以他们可以做到这些国际观光客的生意。我觉得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可能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更加把劲。是，可能要在这个方面要更加努力，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要换个方式来做思考。再来我们可能谈到就是农渔业啊，据说这个我们现在外销到大陆的农产品啊，它这个药检的方面已经变得非常的严格了啊。那我看到报纸写啊，他说高雄屏东这边的石斑鱼也是一样掉了这个50%的量啊。那我就想到了我们台东的凤梨世家，目前啊这几年好不容易在大陆打开了市场啊，我们每年外销到中国大陆的市值啊大概是8亿，那总产值大概总重量大概是13000多吨嘛，这个数据不晓得对不对，据我了解应该是差不多的啊。是。那这么大的一个产值啊，7-8亿的这个产值，现在万一
这个政策生变，我们这么多广大的农民该何去何从哦？现在其实已经民间已经人心惶惶了。那县长您对这个农牧业又有什么样特别的想法，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想要做的事情呢？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正好还不是凤梨世家采收的要到十一月嘛的季节哦，所以我们还没有碰触到这个问题。那实际上从去年跟今年初就有这个世家农在跟我们反映说，这个检验的这个部分希望我们政府来多帮忙啊。那我觉得他们也有感觉到这个检验已经越来越严格了。对对对对，那个部分本来就有啊。是。那我觉得其实哈，农民也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就是说你当然一定得把自己的让人家经得起人家的检验嘛，因为这种检验，这个已经时代的趋势了。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个中国大陆的采购这个市场如果减少了，我们想要拓展到其他的市场哦，比方说其他邻近国家新马、日本啊、韩国啊，去开拓其他的市场，恐怕一样会面对到这个问题，检验的标准这个问题一定要的。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大牧世家真的比凤梨世家还要好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克服它运输的这个困难？那这个在东大这个新的校长，他本身是这方面的专业，来第一次来办公室拜访我，我就跟他提起这个要求，哦，看看能不能协助我们。现在好像也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出来哦。假设大牧世家可以克服三天就手软哦，我们延长到一个礼拜，延长到十天。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有机会让我们去拓展到其他的国家，不一定是中国大陆嘛。对，所以农民的心声呢，我希望县长还有农业处长你们这边可能要听到啊，就了解说他们目前的困境在哪里，我们尽量想办法去帮忙解决。但我们很多事情是整个大环境没错，但是我们县政府可以做的，我想县长您这边还是要尽量啊。议员，我们会努力哈。以前哦，农民大概卖得很好哈，他都安内就后悔啊哈，他就不会有这种说我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开拓其他的市场啊，或者把自己品质提高得更好，因为已经很好了嘛。你看八百壮士什么世家农，世家农都可以赚到800万一年啊。那现在面临到这个危机，是就像我讲的，大家应该开始也会警觉到说，哎，我非得去提高我的我的生产履历啦，我的农药的检验啦，或者我跟贸易商开始怎么样合作，努力去推广其他的市场啊。他本身要有这样的意愿之后，我们来帮助他，我觉得就成果会。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年轻一点的农民应该都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观念，那比较年长的农民可能就比较没有吸收到这方面的资讯，这个我想还是有劳这个农业处要去努力的啊。好的，那再来呢，要跟县长您探讨的是关于观光的问题啊。观光立县嘛，观光一向是您主推的这个政策啊。那台东它拥有大山大海，非常壮阔非常秀丽的这风景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同时我们也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多元文化。那我认为呢，我们的观光产业啊要永续经营啊，我觉得一定要融合这个我们的族群融合才能够长长久久的啊。像是热气球这六年来，它的确是替我们台东带来了这个暑期的这个观光热潮，但是作为一项产业，我觉得它还是不够的。我们看看这几年呢，来客数有下降的趋势，再来举办的天数我们也越来越少了啦哈。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换个方向来做思考啊，就是是不是可以结合我们地方的文化，我们的产业来配合观光做一个永续的发展。那在这里呢，我有两个建议想要和县长您做探讨，那您听听看呢啊。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台东市哦，这个宝桑町这边呢，是我们这个台东的旧移民呢，我们的台东的首批的移民发展的这个起点嘛啊。那我们这个日式的这个宿舍群目前也保留的非常的完整，而且文化处好像也有申请一些经费要来做修缮啦啊。
那这个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如果我们再搭配上这个庭园的景色，是不是可以设计成现在有很多外县市他们在做的这种老街巡礼的模式？我觉得应该不错，因为我前一阵子在张市长的脸书上也看到，他们也一直在外县市做相同的这个区块的这种观摩哦。那我觉得这种文化之旅哦，它是可长可久的。不晓得县长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可以跟市公所共同来研究？是，谢谢议员。我们在观光这个产品上面，我们本来就希望非常多元，绝对不可能说是单靠一个热气球。这几年为什么我们举办铁人三项冲浪，不断的去扩展，甚至于部落的旅行，这个都是我们推广的。是，怎么样结合农业，结合文化啊，这个都是我们既定的一个方向，朝这个方向在做啊。这是先说明这一点。第二个，日式宿舍群，这个我在施政报告有讲到，是我们实际上已经去把它全部拨用了，全部拨进来了，所以现在是归县政府在。对，都是归县政府在管理，只是、那很好啊，你们可以有主导权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只是哈、修复这些宿舍哈、真的很花钱，需要非常庞大的经费。那文化处不是已经有证据？一栋大概就一千万起跳了啊、那我们本来已经准备修第二栋哈、是跟客委会啊、承诺客委会争取到的。昨天钟处长跟我讲说，这个好像因为换政府，新的文化部哎。这个政策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好像又有一点被收回去。华东基金也可以去看看，华东基金我们也提，试试看吧。华东基金我们也提，但是就是说一步一步来，我们那边有十几二十栋啊，要整把弄起来，那个格局才会出来。对，你觉不觉得一两栋一定要数量是非常大的，对对，你才能成一个街廓嘛，对对对，一个区域完整的区块。所以这个是一个长远的计划了。是，我在想，不太可能在我的任期内就整个看到它的完成，是，但是您可以开始做了，至少我们开始了，我们把它拨进来了，开始了。还有跟议员报告，像八仙洞，对，我在临时三位质询提到那么重要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过去也没有被好好的运用，那觉得我们很努力把这些都收回来，是透过诉讼然后清理，那我觉得将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例子，怎么样把我们观光结合这个遗址观光，结合文化啊，而且带动海线这边，特别海线这边的，都是我们会做的。是，好的，那这个是第一个我的建议了啊。处长您请坐。那第二点呢，我是要跟县长您讨论到的，就是您在施政报告的时候，您有提到说可能考虑停办这个南岛文化节啊。那我个人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可惜哦，所以我在这里也要替我们的原住民朋友请命了啊。这个原住民文化可以说是我们台东最珍贵的一个资产哦。那这几年南岛文化节办下来成效不彰，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检讨，而不是贸然的停办哦，不要伤了原住民同胞的心啊！在这里我提出不一样的看法啊，也请县长您参考看看哦。我觉得我们南岛文化节哦，可以换一个方式来举办啊、也是一样是结合观光啊，像是我们可以考虑每年在不同的乡镇来举办，比如说今年我们可能可以考虑南回县，就结合刚林崇汉议员提到的金轮温泉。结合那里现在非常热门的这个红梨、小米、洛神这种农特产品，还有那里有非常棒的工匠哦，琉璃珠，我们的木雕工艺都非常的棒。那这几样东西再结合原住民的乐舞，我觉得这样子结合起来应该可以吸引观光客。但是就是看县长您这边怎么和乡镇来做联系。那我一向觉得这个经费哦，原民处应该是可以努力去跟这个原民会去争取的，这经费应该是可以争取得到的了啊。那我们刚刚提到是南回县，我们可以考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办。那比如说我们明年可能可以移到东海岸县。那东海岸县它就是阿美族嘛啊，原住民的乐舞一样非常的发达，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像是海洋活动，结合阿美族的这个丰年祭哦。还有我们的渔猎的生活，传统的这种渔猎的生活来规划，像是最近非常流行，我们出国去观光或是我们到大陆都可以看到那种非常大场的这种音像秀。
就在这个山跟海之间，让我们部落的人民自己来演绎，自己来演出我们的风俗民情，演绎我们的乐舞。我觉得这是非常可以感动人心的，就是我们用最真实的情感啊，去吸引这个外地的观光客来感受我们这种原始的文化。我相信这样子做起来啊，绝对是台湾第一，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努力去思考的，就看我们原民处、我们官旅处是不是能够来结合来去做了啊。这是像我们在东海岸线可以这么做。那我们在纵谷县，我们有博朗大道，我们有非常大的草原，半热气球的草原，天然的景观非常的好。如果可以结合这种秀，我觉得一定也是可以吸引非常多的人潮，像之前云门舞集来做的表演哦，但游客也非常的多。我觉得南岛文化节贸然停办非常的可惜，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方式来思考看看啦啊。再者，我觉得这种到乡下啊，到乡镇去举办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我们会衍生出一些硬体的设备，一些建筑啊或是设备，它在活动结束之后是可以保留下来，让乡镇让部落来做使用的，我觉得这非常的好。或者是参与的民众民众的参与力它是会增加的。现在我觉得您思考看看好不好？可以回答。是，可以回答。好，谢谢月。真的谢谢你关心这个事情。我其实只是抛出这样的一个构想啊，当然我也希望听到像议员这样的回应哈。除了您刚刚讲的像类似定目剧那样的概念哈，是。其他的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在做。定目剧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商业的这个机制，对，哦，那个不是我们县政府说要这样做就可以做的，那个要去招商，要去吸引要有人愿意投入，投资，但是一做了我想应该是会成功了啊。我的对整个南岛这样的概念哦，跟议员报告，就是希望整个台东就是一个南岛文化园区，是，然后台东365天天天都是南岛文化节。我希望营造的是这样，而不是只有花每两年花1000多万，然后就这一个礼拜这两个礼拜是南岛文化节，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了，那完全是不符合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你可以努力去推成每天都可以有这样的形态。所以我们现在办例行性的南岛乐舞竞赛，我们开始去推我们的文创啊，这个聚落啊，每天，然后我们去推我们的部落旅行，我们有很多的农产农业的这个原住民的农产，我们也固定在行销。其实原住民的不管从观光，不管从产业，不管从文化传承，现在我真的可以跟议员报告，有没有南岛文化节哈，都持续在做，而且做的比以前都还更好。那你要让原住民有感啊，要做到让原住民有感啊，我相信有一部分的原住民应该很有感，是，但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好的，好，因为我的结论就是说，我们现代人是非常喜新厌旧的了啊。他可能现在对热气球有这个热忱，他可能一阵子现在去看博朗大道，下一阵子他可能又想要去看别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观旅处的同仁哦，是要非常认真的，无时无刻你就是要吸收外面的资讯，对，要有创意，要多听多看，好不好？那观光能不能永续发展呢？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啊！哈，县长就看你们的努力了啊，就是观光的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努力。好，那渔民处长跟观旅处长请坐。接下来县长我要跟你讨论到的啊，是最近非常热门的啊，这个生态的问题了。这几天呢连续站到这个媒体版面的，我想也有其他议员在关心这件事情，您知道的了啊，就是绿岛的这个龙王雕的事件，甚至啊连国外媒体啊都在报道这件事情，那网络上更是哇非常的夸张哦，一片踏伐了啊。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哦，虽然是个案，是一个人的行为，但是呢它同时也凸显了几个问题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民众的这个保育观念目前还是稍显薄弱的啊。对，我们常常有一些旅游业者啊，他为了一己之私，他就会去掠夺这些生态啊，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示范。其实我们仔细来想一想，目前全世界非常受欢迎的这些游乐胜地哦，像是大堡礁哦，像是这个帛琉等等，他们为什么受欢迎？是因为他们的天然环境，对他们的保育、他们的富裕做得非常好，常所以才能够吸引这样子的大量的游客嘛啊、哦，而不像我们台湾这样子是做这种低价策略啊，杀鸡取卵，一味的破坏跟掠夺，这样是非常不好的啊、哦。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我们的保育观念是比较薄弱的。第二点呢，这个问题也烧出了非法民宿的问题啊、哦。那非法民宿的问题，我在上个会期就已经提出质询了。那我看起来啊、哦，也是成效不彰了。县长，这个我觉得你们去取缔非法民宿这部分要再加强啊、哦。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针对昨天这个叶宜津委员还有陈其迈委员，他们也跳出来啊、哦，他们说要求观光局立即将绿岛沿岸一发展观光条例第十八条公告为禁渔区。哦，我觉得这个现在是怎样？我们台东人已经非常可怜了啊，受到农社法的限缩，受到这个海岸法的限缩，现在又来一个这个禁渔区哦，那可能他们都没有考虑到我们绿岛人民的这个生活模式的啊。那县长，就这件事情，我想听听您的这个看法。议员，第一个保育的观念，如果可以透过这次这种不幸的事件啊，可以来强化，可以提升，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这个收获了哈、啊。因为实际上，不管是这个龙王雕的树木，不管是我们燕鱼的树木，或者甚至于两三年前那一只很可爱的那个什么金钱鳗也被打掉了，凸显出来的的确确绿岛的生态资源在被破坏当中。那它重点是绿岛人使用那个鱼叉鱼枪，如果你继续让他们就是使用这个，我跟你讲，这一次这个是因为那个诚信的业者他的摇摆把那个照片PO出来，不然事情过去了还是没有人知道。因为他很多人就是绿岛人，就是晚上的时间就潜下去了，鱼在睡觉的时候打一打就起来了。那我们哪有这么多的警力或者是海巡的弟兄说整天24小时在那边守着，看看你们有没有去捕。所以这种如果不是从自己的观念意识去觉醒，或者是从法规面再去让它定得更严格，怎么样去限制鱼叉鱼枪的使用，是、哦、或者是刚刚讲的禁渔区有没有需要再检讨。我觉得前面把它禁起来，那对绿岛人当然是不公平的啦，不公平，对、哦、但是有没有办法在法规上面 也去重演，是我觉得是可以讨论。对，所以就因为这个事件，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来思考一下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令是不是不够完善，再者我们政府部门还有我们民间的团体可以再多做些什么。我们台东有绿岛蓝屿这两个岛屿哦，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人民的生计还有发展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育中间去做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未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啦、哦、很重要。县长，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来努力，但是我们要努力。好的，谢谢县长。谢谢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哦，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吴秀华吴议员，台东要加油，对不对？好、哦，好，谢谢县长、副县长及秘书长及各位局处所长，我们今天早上的会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好，谢谢各位，谢谢。